正毛线，正毛线跟叶线之间。好，现在继续开会。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我们所谓郑宝清委员和叶宜津委员。我们列席的官员是交通部贺陈部长，谢谢部长，请坐。路政司林继国司长，好，司长请坐。法规会的许宏达专门委员，请坐。公路总局陈彦博局长，请坐。财政部赋税署卢珍秀副署长，请坐。专门委员李志忠，好，胡世贤科长。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张明斌执行秘书，苏其言编审，好，谢谢。公平交易委员会叶天福专门委员，请坐。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陈香盈组长，好，请坐。周怡梅科长，请坐。刘秀，法务部的刘秀英参事，好，请坐，谢谢哈。好，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会议的议程。并案审查依委员陈雪生等26人拟具《公路法》第77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陈雪生等26人拟具《公路法》增订第78条之一条文修正条文草案；三、民进党党团拟具《公路法》第77条及第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陈雪生等16人拟具《公路法》第77条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请陈委员雪生说明提案要旨。帮我。主席、各委员还有我们部长，大家早安哈。这一次审查公路法77条、78条哈。主要由陈雪生等16人鉴于因应全球化的冲击，那么就公路法规范的汽车运输业等相关行业违法的营业态样啊，有国际化大型化的趋势，那么违法业者啊，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但是却不能负起相关的税负，那么乘客的权益确保等相关应有的责任，所以迭生的相关安全的问题哈，并影响到原来合法业者及从业人员的生计，那么扩大社会的问题。为了促使相关的大规模违规营业的业者能够遵循政府的政策啊，以合法的方式营业，是原参考国内外相关的法制，针对以企业形态大规模经营的违法类型及相关违法的行为加重处罚，所以拟具公路法第77条、第77条、第78条，好，有关的规定，好吧，谢谢。请问民进党党团代表要不要说明？那个面哈，六员，你要不要代表民进党说明一下？有挡板呢？挡板，那么是挡板，不用。不说明就是参阅，好不好？好吧，不说明就是参阅。好，那么请交通部贺陈部长报告。他们的初步意见报。对对对。对对对。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修正会议，对于委员关心公路营运相关课题，致表感谢。委员陈雪生等人以及民进党团诸位委员，对于未经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导致影响营业秩序之行为，提案修正公路法，提高罚额，并订定民众检举制度，有助杜绝违法效果，本部尽表赞同。关于相关提案，
我们请路政司林司长向各位说明，并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请路政司林司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有关相关委员以及民进党党团凝聚公务法第77条及第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提出本部处理建议，敬请指教。首先，在公务法第77条修正草案部分，陈学生委员等26人提案修正重点。为了保障合法计程车驾驶人及消费者权益，提案加重相关罚则，将未依公路法申请核准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由现行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提高至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未依公路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其驾驶执照及非法营业车辆牌照，吊扣2个月至6个月或吊销之。有关民进党党团提案修正重点。对未依公务法申请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提高采处罚款之额度，由现行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提高至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000元以下，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车辆牌照及汽车驾驶人驾驶执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那么，未依公路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部分，由现行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提高至100,000元以上2,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那么第三，有关陈学生委员等16人提案修正重点，包括未依公路法申请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提高这个罚款额度，由现行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提高到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0,000元以下罚款。其非法营业车辆牌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那未依公路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部分，由现行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修正为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0,000元以下罚款。另外，增订第5项。避免个人小规模低获利之违法行为遭过高罚款裁罚，自身法重情轻，违反比例原则之情况，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审酌相关具体情状，订定合理之裁罚准则。另外，增订第7项、第8项，以因应当前行政机关人力不足，难以处理大规模违法营业之情况，原就未依公务法申请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之违法行为，订定鼓励民众检举条款，共同协力维护法治，以达杜绝非法营业之目的。故参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废旧清理法等相关规定，设立检举奖金制度，并明定奖金之最低额，以强化民众积极协助执法之诱因，共同遏止大规模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之歪风。那么有关本项的这一个修正建议，交通部的建议处理意见如下。有关提高罚款金额部分，考量公路法规定的汽车运输业，包括公路客运等9大运输业皆属特许行业，为了有效遏止非法营业行为，提高遏阻效果，并扩大主管机关裁量权限，交通部尊重委员修正方向，另参酌公平交易法裁罚规定，建议参采民进党团修正提案。那么接下来报告有关公法第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部分。首先，民进党党团提案修正重点，就未依法申请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及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的违法行为，由于主管机关人力有限，无法达到遏阻效果，并鼓励民众检举，以达成杜绝非法营业之目的，故参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及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定，设立检举奖金制度，并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保护检举人身份资料。那么有关陈学生委员等26人提案修正重点为，为鼓励民众举发交通违规，增订78条之一，对违反公路法行为民众得续名事实或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其罚款金额达一定数额时，得以实收罚款总金额收入一定比例，提供检举奖金与检举人，检举及奖励办法由公路主管机关定之。那么有关这个部分，交通部的建议处理意见如下。考量主管机关人力确属有限，倘能加入民众检举制度，将有助达成杜绝违法效果，交通部尊重委员提案方向，为文字建议修正如次。第一项，
对于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得具名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得以实收罚款收入之一定比例，提供检举奖金，奖励检举人。第二项，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之。结语：综合以上说明，本部对于贵委员会审查省委员雪生、民进党团等拟具公路法第77条、第78条之一修正草案之建议处理意见，敬请各位委员参采。谢谢。好，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的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4+1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的登记于10点截止。各委员如果有提案的话，请在10点以前提出来，以便议事人员会诊。我们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的郑宝清委员发言。主席。我请部长跟市长好不好？好，请贺仁部长跟林市长。好，郑委员好。部长是，你知道 Uber 现在把台湾当成什么，知道吗？我想他当然是当成一个商机所在，那么但是他的做法比较不是这么样的正面，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共同用一个商业拓展该有的做法来做。他现在认为台湾是一个免税、免造、免责的大平台啦，把咱当作红大袋。他一而再再而三登全国性的报纸，都在头版上面登哦。上次啊，我们讲到，这次他又拿出来登什么？开放讨论网路轿车争议。他说为何要罚民众2500万？部长，你看你当部长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机场联络机场的高速公路淹水了，他告诉你部分真相，背后隐藏的是更大的谎言，对不对？结果不是道路联络道路淹水，是整个机场整个淹掉了。他告诉你说，报告部长，那个电梯停电，真的是停电哦。但是不是电梯停电，是整个大厦通通没有电了啦。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你花2500不合理，他为什么不讲说10万到2500万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告诉你部分真相的，里面隐藏的是更大的谎言。我听你有赞成安尼无？了解，对他这个可以说是用网络为名，但实际上他真正要牵涉的事情，应该要更负责任的全面来。我看到美国各州对他们是对他们不肯遵守该州的法律的时候，他们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呢。保定。我们现在到交通部到现在为止，说要叫他叫 APP 下架，有结果吗？市长有结果吗？跟委员报告，我们已经行文给两家的这个网络平台业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复，还是没有结果吗？最好，既然靠外，我们要要求别人是不可靠的，那么现在回过来要求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讲说跟台湾一起进步了。其实我们看到他到处在送这个陈情书，就陈情书里面就是把台湾动作拱大呆嘛。他讲说合法缴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户税署开了2张税单，税单是1.3亿，部长缴了没有？有缴吗？要不要让财政部来做说明？有缴吗？来。好。要请到发言来哈。我问你缴了或者没缴就好了。他还没有缴，还没有缴嘛，所以就是缴不到嘛。来，他现在说啊，跟富邦产险已经讲好合作了，有吗，市长？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获任何 Uber 公司所提供有关任何保单的资料。虽然以往我们一再的请他能够提供 ，Uber 已经特别澄清。
说在评估，而且总共只有谈过一次，他就在报纸上大喇喇的说，说他们已经评估好了要合作了。所以这间公司是恶极的，你知道不知道？部长，是。所以我想共享经济很，他现在讲说我们在阻挡创新产业，他们要发挥共享经济，其实拢无影啦。共享经济是创造更大的大饼，才叫共享经济嘛，对不对？我一地变两地，这叫做共享经济。但是颠倒头，伊是甲一地饼共一大地共挂去，爱讲这叫做共享经济。部长，我们要处理事情，就要了解事情的根源啦。伊想盖最大的根源在哪里？伊敢敢软土深根嘛？你无我栽掉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回来啊，部长，因为他不要缴税，他不需要负担乘客的安全，他的司机不需要职业驾照，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以这空间和足大的空的获利空间嘛。你看我们的车队一年要缴上千万的钱给政府，结果他一毛钱也不要缴，你罚款我也不理你啊。所以，部长。我来签稿，给他提出来。像我们写生，他本来写的钱比较少，后来就发现到要更多才对，对不对？所以写生是3000万的，我们拿2500万。部长，你认为怎么样？罚款当然它的额度有它考虑的余地，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用罚款来当成是我们真正跟他们谈判的这个开始。我知道，那只是手段嘛，对，应该只是一个手段嘛，对不对？对对，让他入合法管理嘛。部长，我请问你一下，如果罚款最低只有10万，会不会造成政府机关就罚10万就好了，反而没有办法达到你要的目标跟目的？不会，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有区别啦。对于这个司机的部分，可能个人比较罚款是比较低一点，但是属于公司的部分要从百万开始来做讨论。这个相关的执法的这个裁量细则，我们所以只要 Uber 只要违法，就从100万开始起跳，是不是？以公司来讲，那这个可以不可以把它列进来法律里面？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区分，可以不可以把它列入法律里面来？市长现在就是要在裁量细则里面去表达。我们请这个陈局长跟你 来先说一下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原则上，罚款有一个上下限额度的话，我们会依照他违规的情节，在这里头做出一些急剧的一个处理，譬如说刚才部长提到的驾驶人的部分跟业的部分，我简单问你，是部长刚刚讲说 ，Uber 公司只要是公司的部分，从100万起跳，你细则会不会这样定？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朝方向就是跳起跳就100万，对不对？好了，这第一点，第一点哦。第二点哦 ，Uber 对我们刚提到讲，他说要跟保险公司保险，其实都没有在做嘛。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切割啦，不沾锅。你看到有一个旅客在车上呕吐了，他做什么？在快速道路哦，很危险的地方哦，就把它丢包了。就 Uber 怎么说 ？Uber 说啊，我有处理啦。Uber 怎么处理？他说啊，司机停钱啦，就已经结束了，就用切割完成了。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孩子被性侵，喝醉的女大学生性侵，结果怎么样 ？Uber 怎么处理？他说非常令人痛心啦，司机已经停钱结束了啦。今天 Uber 要创新产业，我们同不通通支持，对不对，部长？对。啊，但是这种违法，我们除了这些手段以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跟他们强调，对台湾的消费者来讲，对我们的运输业的主管来讲，基本立场就是叫做纳管、纳税跟纳保险。对。那这三方面的事情，我们绝对都不会打折扣的。是。三个就是保，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公司 Uber 公司，然后驾驶人，然后最重要是旅客的安全，对对对，三个方面嘛，是，对不对？是。来，对于驾驶人，我请问部长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他参加的 Uber 公司被逮到，我就扣你的牌子、车牌。这是已经有加重。
这个就是要按照他的情节，还有看他有没有累犯等等这个部分，我们想会朝这个上面来做。累犯上是不是？是不是让我让这个陆正？跟委员报告，这次委员提案修法里面有包括参与这种非法营业的这些司机个人他的车辆牌照跟他的驾驶执照也会来吊扣或甚至吊销。就第一次就吊扣是吧？会吊扣，吊扣跟吊销是吧？对，严重的话吊销。我想啊，这个很重要哈。来，部长，是，我再请问你一下，你们那个奖金的部分，我们知道现在交通部啊，取缔的人啊，已经100多个被锁死了，对不对？就是你再叫不到车子。对。那100多个名额被锁死，那我请问一下，现在就靠其他乘车来减级，对不对？对。减级奖金现在有没有讨论过？有没有规划？部长认为要给多少奖金才合理？我们在修法上面好像也有一个量度了哈，是不是也？现在跟委员报告，也是因为以往目前的公路法里面并没有授权我们可以去提拨所谓的民众建议。现在修法进来以后，当然有了这样的法的依据，那我们就会来大概定定。因为讨论过了嘛，大概要给多少比较适合？这个比例我们内部还在研议当中。公路局有没有？原则上，给十分之一。朝这个方向在做规划，给十分之一，就是检举给十分之一。换句话说 ，Uber 被罚100万，检举人就可以拿10万块，对不对？保定话你讲，这决定有效。我们朝这个方向在规划中。保定啊，是。卖你这公共怎袂记哩呢？这贯彻呢？了解了解。我你讲，保定今仔通过这个法律，你们继续贯彻，我跟你保证 ，Uber 明天来就跟你谈了啦。了解，你知无？了解。伊绝对跟你讲，你今仔就甲先施工来。抓到的给十分之一，100万给10万，对不对？然后这三个手段，霹雳手段下去，保定嘛，这代当该管了。了解。啊，虽然拢公共化化，伊都不爱相信力嘛。是是。你敢做公大代呢？了解。对不对？是。好不好？好，我们来努力。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宝清委员。请赵正宇委员发言。主席请部长，还有林司长，请贺成部长跟林司长，部长有请。赵委员，对不起。那个部长早啊。是。今天修公路法77条还是78条嘛？对不对？是。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哈。那今天的报纸四大报啊，都有刊登什么？是。你都知道哈。就是他们有广告。有广告嘛？哈。还有一大本的什么自视的。陈情书嘛，对不对？ 是不是哈？是，这四大报每个讲的你都有看了吗？广告内容有看到，都看了一下哈。那我请问你啊，部长，昨天 Uber 有没有要开记者会？今天早上一早啊，他比你还早啊，就把各大报的哈都把它刊登出来。他针对这个 Uber 大动作哈，那交通部的态度还有立场为何？请你说明一下。好，我们基本上认为，网络是一个大家的机会，但是运用网络来做生意，还是应该要依照该有的法律以及对于相关的人的一些保障。在这个立场之下，交通部还是认为，现在 Uber 他们声称的用共享经济，在台湾的一些法律是可以来共同合作的。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但是最起码的有关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必须要在我们称之为纳管、纳税跟纳保险上面呢。是一定要做到的，那就是不合法嘛，现在是违法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是的，刚才很多委员都讲，他今天违法很多状况啊，像 Uber Eats 又开始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他11月份的时候，上个月就开始又开始做了，他那个速度哦，比其他的国家还快，我们台湾啊，加入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刚才其他委员讲这个 Uber 的那个司机啊，发生很多状况了、比如说。踩油门啊，重踩油门啊，丢包啊，多收费啊，猥亵啊，性侵啊，等等的，有没有？是、他今天不是公司嘛？你这是个人行为嘛？那今天公司有公司有车行，是不是车行也要负责，对不对？那因为司机是受雇人嘛？是。今天就发生这个，就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部长。是。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罚了2500万？他报纸上写什么东西？你看。最会沟通的政府啊，那请开放讨论网路轿车争议，
为何要罚民众2500万？民众哦，我让他自己讲说，哎，他不是公司哦，他也不是负责人哦，这个民众是谁？我想他应该有一点故意，有点混淆，是强调是这个受雇的这些司机了，对，因为他实际上 Uber 在台湾，把他自己定位为叫做一个行销公司而已，所以他觉得说他并没有要做这个所谓的包括运输业的这样的一种立场，同时对于他所雇用的司机也没有任何这个责任，这件事情其实是太过于撇清他自己该有的运输上的一个义务。那我刚才讲发生这些纠纷嘛，哈，那 Uber 他都没有责任嘛，是不是？刚才讲了嘛，对不对？那置身于事外，那我们交通部要如何处置？如果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很多这种问题啦，交通部要如何处置？我们其实现在是三方面努力了，一方面当然是也谢谢各位委员的支持呢，我们希望在这个罚则上面让他理解我们的决心。第二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来跟计程车业界大家一起来把网络这个优势呢，也尽量能够媒合到他们现有的服务。第三，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Uber 是不是愿意在已经比较可以即刻开始的一些包括偏乡的一些合作呢，先来展开，大家争取一个和社会上面对他们认同的机会。这样的话，今后才能够促成更好的网络上面的一个机会。那你意思说你要辅导他嘛，对不对？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计程车业界展开更多的网络合作，偏乡开始这个是不是同时间来，希望也大家一起做一些把饼做大。那部长，你知道他那个收取那个服务费是多少钱？多少趴？好像是30、25%。25%，原本是多少趴？原本多少趴？2%。对不起，对不起，原本是20%，现在为什么收到25%？你知不知道？是，因为啊，我们交通部罚了很多钱啊，他钱哪里来？他就又在收这些人啊，有没有？媒合的费用嘛，有没有？就是又多收了5%，就25%。这多出来的钱干嘛？第一个他自己的盈利嘛，第二个就是来缴你我们的费用嘛，我们的罚单嘛，是不是？他总共到现在罚了多少？哎，这廉价劳工开罚大概在我们部里面大概是8200万左右。那收了多少钱？那么他缴了大概差不多将近6300万。哎，6200多万哈。那他缴了这些钱，重罚了，那你觉得喝止 Uber 的违法营运吗？我想他现在的基本的做法，他就是在有罚则的时候他会做处理，但是对于正规的该纳税以及真正要去进入保险这些状况呢，他就故意拖延，那这样子看看用来争取消费者对他们的一普遍支持呢，希望能够在罚则部分也有机会能够渐渐减轻。大概现在他们基本的方向是这样子。杨部长，这个违法我们今天也是修法嘛，对不对？要重罚，但是这个重罚之后到底能不能吓阻他们？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哈，你也讲得很清楚，这个 Uber 还是自己做他自己的，对不对？好，他现在是利用这种媒合的网路的，有没有？这个平台来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他本身他没有本钱的嘛，不用本钱的嘛，好像这个中介业啊。哎，我们一般现在很多那种临时工啊，派遣工，你知不知道？部长，他也是开一个公司啊，他也是派遣临时工去啊，但是他要负责任啊，是不是？是，他也是抽佣金嘛，是不是？哎，你今天 Uber 更厉害了，他根本都不用啊。那现在哎，尤其这一本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陈情书啊？自视的陈情书啊，详细的内容还没有拜读。我跟你讲，它上面写我是一个平凡的市民啊，那也是啊，利用 Uber 有没有来平台来开车的一个司机，为了让我的家人更好哦，还有生活品质提高哦，我利用弹性的时间来开车，还有同时干嘛服务社会，那只不过运用了新兴的网络平台媒合的平台，哎，讲的好像是。他们第一个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有没有？是不是？然后用一个新兴的哦，最新的一个网络的媒合平台，好像是没有问题嘛？这样乍听之下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他做任何 Uber 做任何一个事情，就像包括他昨天开一个记者会，先开记者会，他也知道我们今天要开会啊，也要修法啊，是他先开啊，是不是？哎，他动作他就很大啦，而且他发有计划的。对不对？是。那昨天就赶快来买报纸，来买，哎，这个是最大的嘞，对不对？半版的，四大报都有，哎，他先出手了，你知不知道？是的，对不对？部长说这个问题啊，我们身为政府官员，而且是这个行政部门啊，
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先解决。是啊、哦，所以说我们今天修法哈、哦，我希望能顺利，而且哦，如何以后、哦、能吓阻他们，这是部长还有我们交通部的问题，一定要去做好，好不好？是是是是谢谢哈，是 是, 是，谢谢。好，谢谢赵正义委员。下面请李坤哲委员发言。首先谢谢招委，为了保护国内计程车业者的生计，以及要督促 Uber 要合法化这样的一个努力，我们先请这个部长、司长还有局长。好，请司长。李委员好。部长您好，透过网络或者是 APP 来叫车，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是的。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对于 Uber 目前的经营状况，它还是有它的缺点，不管是在保险或者是消保责任或是纳税方面，完全不配合我们国内的相关的法令。那在目前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从103年的10月到105年的12月5号，总共开罚了8200万左右。那 Uber 也缴纳了大概6200万左右，是不是这样？请说明一下。确实是这个样子。那有关于 Uber Eats 相关的罚款也高达180万，那目前处罚的情形是如何？我们现在也是大概分别开了，一共是36件。一共180万，不好意思，总开了18件，18件，对不起，18件就是180万。接受部分，对对对。那我现在请教一下，整个政府在督促 Uber 的合法化的过程，我们做了什么努力？请简单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怎么样能够来善用好像 Uber 它所提供的这种平台，来提升我们整个计程车客运服务的品质跟产业的水准？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步有在配合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这一个检讨修正。那我们推动了多元化计程车，放宽的像包括计程车的车身颜色、车顶灯，那当然还引用了包括电子支付等等预约叫车平台 APP。好，部长说明一下。是这个，除了刚才司长说明以外，也是在8月份的时候办过公听会，然后在9月7号的时候，我也特别邀请了 Uber 的人到部里来，针对如何能够辅导他们了解台湾法令以及大家怎么样展开合作。当天大家也有一些在这上面有充分的交换意见。那么他自己也承诺，他愿意在偏乡部分呢，先来帮助政府仿照日本的做法。但是这样的一个会谈呢，后来都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我们继续去跟他表达对于这个保险的关切呢，就像刚才前面委员的指教，也并没有具体的成果，所以这个才让我们再度重申，纳管纳税和纳保险必须要坚持。部长刚才提到，要求 Uber 是不是能够依照像日本的开放，它是属于部分的开放，它在东京、大阪是没有开放的。是的，它是属于京丹后市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丹后厅。这样的一个小镇啊，做部分的开放而已。是的，而且是要前一天叫车呢，而且是不可以超出这个小镇的范围。这是日本对于 Uber 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有限制的开放。是的，就只有这个城市而已。是。那我们看到有开放的这些城市的国家，像中国、菲律宾、新加坡以及美国，他们的开放，他们都要有营业相关的登记呢。是的，像中国跟菲律宾开放，但是这个 Uber 要在那边设分公司。是，像美国、菲律宾、新加坡，他们的相关的车辆也要有平台相关的识别标志。那中国是要登记在相关的出租的车辆这个方面，所以都有一定的，世界各国都有一定法令的限制。那像限制的国家，荷兰、西班牙，或者是德国、韩国，或者是港澳，他们都是全面禁止的。韩国禁止之后，他们是以本土的计程车 APP 取代。德国的法院限制了这样 Uber 的经营之后， Uber 也要配合德国的法令去辅导他们自己的司机
取得相关的营业的登记，或者是支付相关司机要取得营业登记相关的费用。他们在其他国家都配合其他国家的法令，为何独独在我们台湾这么蛮横，不配合政府相关的法令，却是要扭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部长，在纳税部分，在消保责任方面，在保险部分，Uber 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是无法保障的。是的，这个政府然后会有什么积极的态度？我们对 Uber 现在是采取重罚的一个态度，就是要让 Uber 合法化，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对，我想部长说明一下。对，谢谢委员的指教。确实，我们不是把重罚当成目的，重罚是一个我们的手段。最主要是显现政府对这件事情不合法要来杜绝的决心，希望在这个决心之下，大家共同在网络的这个技术上面呢，共同找到合作的开始。例如说，我们在当时就跟他们提供这个建议，他们自己也愿意认同用这个，比如说偏乡地方来做这个服务。那进一步，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计程车业界也来认识网络上面的这个不可逆，大家共同朝这个上面去发展的话 ，Uber 的一些服务说不定也是成为他们当将来的选项。那相关的合作我们愿意来促成，希望我们今天的重罚不是要把 Uber 赶出台湾，反而是希望让他们能够回到一个合作的一个开始。那这个情形下，我们欢迎他们留在台湾做。部长，你讲的没有错，政府就是要督促 Uber 的合法化，所以我们交通部也通过了相关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是那推出的多元计程车的方案。因为 Uber 的存在，它是一个网络存在的事实，我们是要让它合法化，世界各国都一样。那对于消费者的保障，因为像我们的计程车，它有旅客责任保险，是要150万元以上。那 Uber 没有相关的保险，那对于相关旅客消费者的权益，也没有办法有具体的保障。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有推出相当多的一个新的趋势的配合。对，在叫车前，我们可以看到驾驶相关的资料、车辆的资料；我们在行车当中，也可以知道相关计程车的定位跟它的行车的轨迹。那下车之后，又有相关的这样一个电子支付最受欢迎的付款方式，是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就是要让 Uber 来配合我们政府的法令，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是那在目前，我们整体的跟Uber 业者接下来还会进行相关的对话吗？沟通吗？我们会再次来跟他们做呼吁。同时，我们在最近除了这个多元化计程车方案之外呢，也在不断的办这些所谓的APP 和这个我们计程车中间的这个媒合，希望在这个方向之下，一方面培养我们本土更好的一些 APP，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些业的车队，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轿车的 APP， 但是我们都希望各式各样好的 APP 来互相媒合，也借这个机会等于向 Uber 表示我们是乐于见到网络来帮助计程车的服务，不管是对消费者或者是个别司机的收入，我们都乐于见到这个大方向。我知道交通部拦尾，交通部一方面要顾及全国87000多辆计程车，大概约10万计程车驾驶的生计，那也要兼顾这种网络以及 APP 轿车不可逆的趋势。但是交通部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具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相关的有关于我们计程车多元方案，其实内容也需要有部分的检讨，像营业的区域或机会表等等，这样相关的限制其实也应该要放宽。是的，那像我记得像韩国或者是泰国曼谷相关的计程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跟机会表都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层级，我们当然也要让消费者有取舍，哦，对了，计程车业者有保障，也希望 Uber 合法，对于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啊。是的，是的。车辆的清洁、新旧、服务态度等等，也跟它的汇率应该是有关系，这样对于消费者有保障，对优质的计程车
也有保障，这个请部长说明一下。是的，这个我们多元化技能这方案里面的四大方向，就是这些客制化、优质化，还有我们的这种系统化的管理等等这些方向。这些方向我们也从除了制定相关的法令以外，也开始让地方政府来做他们个别的一些费率跟管理上的落实。我的了解应该是高雄已经评选到一个最后四家啊，我们相信都是一些优质、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一些服务，大概下个月就会开始了。好，那有关Uber Eats 这样的一个机车的送达相关的食物或其他的物品，那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令就是我们有汽车运输业的管理规则，但是没有机车运输业的管理规则，是不是这样？请司长或局长说明一下。好，请跟委员报告。确实目前我们对于这种货物运输业它使用的车辆是机车没有包括机车。但是部长，我要提醒部长，现在没有这个法令。对，我们现在在检讨。在城市里面，因为送的东西或是因为交通的状况，机车的货运运输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跟趋势。那在目前整个机车的货运业，它没有办法纳入这个汽车运输业相关的这个管理规则里面，那它只是一个附加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而已。我们还是要必须要有有效的管理来保障这些业者的生存跟以及相关消费者的权益。这个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是，我想这个部分就是等于是越来越走向大家生活里面的最后一里哈，这部分的服务跟管理我们会来把它研议，同时整体的考虑让这个整个运输业更有一些创新的机会。好，希望部长继续朝着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以及对于多元计程车方案的推动，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更重要的继续的督促 Uber 的合法化。是的，你在其他世界各国都配合当地国家的法令，为何独独在台湾你如此顽抗？是的，这个是法令与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与无误，这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一定来要求。谢谢。好，谢谢赵伟李坤哲哈。接请郑运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部长就麻烦您再辛苦一下了。好，请贺成部长。好，郑委员早。部长，今天我们修正公路法第77条跟79条哦。那其实这个财罚是提得非常高，要今天要讨论了。那我跟部长报告一下我的观察了。其实如果照刚我们部长讲的，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哦，就是说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话，要让 Uber 上跟政府的谈判桌没有那么难，不需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当初提出来说两肋插刀两支箭了，就第一个是要逼他上谈判桌，那就让他下架，这个交通部发文去了还没有回应嘛，对不对？因为 Apple 跟 Google 掌握不在我们。那第二把箭是什么？就是让 Uber 不能刷卡，断水断电就营业不下去，他就会上谈判桌了。所以今天这个公路法其实是不得已的作为，过去4年以来政府对他没有办法嘛，因为他这种用手机配对的方式，你除了钓鱼之外，你们很难在路上抓得到。所以如果当初听我的，断水断电他马上上来了，今天说不定没有这个修法。所以我认为这个政府也要检讨。那从这跨了4年，跨了2个执政党哦，那 Uber 也要检讨。那我今天这几天我其实在对这个修法我还有点犹豫了，我在想说要不要处罚这么高，还有没有转圜空间。可是今天看了刚才各位委员有拿到了这4份报纸广告，这是今天的。那昨天我们还收到这一大本陈情书，上面虽然是 Uber 驾驶，内容都一样，我相信是同一个集团的作为了。那我认为这就没有回头路了。讲来也好笑了， Uber 他认为说他也蛮单纯的，也蛮可爱的，他以为做广告政府就会怕，立委就会缩手，就不对。 Uber 出澳包啊，Uber 出澳布，其实让我们修法的作为跟意志会更坚定哦。但是这个澳布是什么，我帮部长做一个总整理。其实这4份报纸广告他所扭曲的不太一样，他明明知道今天修法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故意去扭曲成要罚民众2500万，
开 Uber 要开 Uber 的司机了哦，要罚民众500万，都把它推给驾驶，然后开 Uber 罚500万哦，2500万，然后要政府立党新科技，他把它转成说我们阻止新科技，然后司机罚2500万，每一张主题都不一样。但是我帮部长您整理了，包含这一份陈情信，它有三大的奥部，请部长协助做个澄清，也不要让大家误会，好像这个政府蛮憨，这政府不作为，其实对政府四年来对 Uber 真的是让步很多，才造成计程车司机上街头抗争。好，来下一张，它的三大奥部是什么？部长，第一个抹黑修法，加重处罚司机，不对，我们今天都是对公司，也不只是针对 Uber， 部长。是第二个，扭曲政府，阻挡新科技，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把亚洲矽谷拉进来，两回事。第三个，误导视听，以为 Uber 无法缴税，三大的奥布让大家以为中华民国在欺负他。那还好川普打电话给蔡英文总统的时候没有讲到 Uber， 不然我们今天还真的有点为难呢。他就是违法营业。那这三大奥布我请部长协助哈，协助澄清。那等一下我们赋税署你也准备一下哦。来，部长，三大澄清。第一个，公路法如果修正过了，加重处罚公司，不针对驾驶个人，对不对？不对，我们是驾驶和公司都有，同时公司我说2500万不针对公司，对不对？只针对罚款。最高的对不对？对，2500万是针对公司，没有错吧？针对公司嘛，哈，我讲的这个部分。Uber 如果守法也不会被罚的，对不对？当然嘛，守法怎么被罚？守法不会被罚哦，所以这个没有错，2500万或三招委3000万针对公司。第二个，合法计程车装设有助营运的 APP 并不违法，这个对不对？是的，他就讲了新科技。对，好像计程车合法计程车不能装 APP， 错，对，还是可以装。其实现在有10个车队，他们都已经做这些事情了。好，那再来 ，Uber 不是跨境电商，本来就要缴税。是的，这赋税署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请。他说现在要修跨境电商的税法。所以他才可以合法缴税，是不是这样？报告委员，根据交通部汽车运输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他就是要落地登记，落地做营灯这个部分呢，就要按照我们的价值型营业税法来缴税。他本来就可以缴税，对，所以你们才有900万跟1600万的罚款，对，还有好几年，对不对？是，所以他本来就应该缴税，跟这个什么价值营业税的修法那个第三方之母没有关系，这个没有错吧？是，所以这个三大澄清一定要注意啊。卖很傲气啊！谢谢。我对 Uber 没有恶意，也没有善意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希望来台湾营业、可以赚钱、可以帮助驾驶人的公司。OK， 所以部长最后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业者的担心是什么？台湾业者的担心是什么？第一个，计程车司机会担心不公平竞争。我讲的是他有补贴，他不用去考照，他不用受相关的规范，你也抓不到他，不公平竞争对计程车司机不合理。第二个，计程车业者。运输业者了哈，然后服务业者担心 APP 打不过 Uber， 这个部长您要注意。了解，等一下我们再跟你请教。第三个，创新业者担心进不了市场，罚款玩赢不了 Uber， 这个对不对 ？Uber 2兆嘛，我们这些创新业者其实很多新创事业，这是台湾业者的担心。我们现在希望说修法跟所有我们的包含你们的行政命令，都希望说台湾业者可以进场 ，Uber 也可以合法化，这才是我们的前提。是的，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部长，这个方向对不对？完全正确，而且特别跟您来强调的是，我们这个处罚是代表的手段之外，也是代表说政府要维护合法的决心。那这个决心才能够使得他们对于今后他如何来共同合作呢，采取一个正面态度，不要变成是掩饰或者是变成是扭曲。所以其实他有裁量权，有空间，是不是会罚到2500万、3000万？不知道。你不违法一定罚不到，你就算违法也不一定罚那么高。是，我们还是有裁量的空间，是，还是会视情节轻重，还会看他有没有连续，是，还连续犯嘛？他如果99一次也不会到那么高。是，好，这所有的法律都这样。我跟部长您报告一下台湾现在 APP 的状况啊，大概可以分几类。第一类，合法既有的车队，他们自己有，我讲就是叫台湾土狗队，每一个车队都做一个。你觉得不认识台湾的外国观光客跟到其他地方去旅游的台湾国内的旅客，他会去每个地方找这种车队吗？不一定是。哦，第二种是创新业者进入的，这应该都算合法。有一个叫 Air Bobo， 你知道，部长你知道这个吗？他做的是小客车租赁业，这也蛮厉害的，连东京成田机场都做得到，刚开始。然后另外派车王，他有跨车队了，这可能是车队之间自己去整合，这个部长你要注意这个趋势。第三个是呼叫小黄，他下面所属的是合法计程车，
但是他的麻烦就是说他不能跟这些合法计程车收服务费，所以一点是不，我认为政府还可以考虑的。再来就上代辅导的，也就是今天可能的对象 Uber， 那就不用讲了哈、哦。那拉拉木他是做机车快递的，他没有去申请货车运输业，对对不对？还是已经申请了，所以他在这一点上面有疑虑。再来就是 Let's Ride， 他做计程车的机车的快递跟机车的载客，那机车能不能载客，这也是交通部要去处理的。不管他有没有市场，他机车用来载客，他们认为是双薪事业。所以大概这三类 ，Uber 最大，违法最多，其他有的尚待辅导，有的变成台湾土狗队。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希望台湾业者可以进来。来下一张。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他们都拿蔡总统当挡箭牌了。蔡英文总统的政见是什么？2016年蔡总统选举的时候，在2015年9月10号，我帮 Uber 整理出来了，很简单。蔡总统只讲到说非都市地区开放 Uber 乘车服务，部长是不是这样？是的，你应该也有参与这些政策的拟定。是非都会地区开放 Uber 乘车服务，所以我们的多元化计程车方案里面应该这一点已经开放了。 Uber 其实可以，要在这个地方做的话应该可以做得到。对，现在并没有法律限制，他们其实大可以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所以他讲蔡总统的部分，人家只讲到非都会地区啊，的确嘛，供不应求，小黄在计程车司机在那边绕，划不来也不环保，所以这个部分那白牌车使用度高了，的确是可以思考，也应该帮忙解套。这总统政见只有这个没有错吧？是的，所以他不应该无限上纲到其他领域，好像我们全面封杀，这个是错误的。资讯大家公开澄清、公开说明，就这么多而已。好，部长，我跟您先再请教一件事情。所以 Uber 如果接受纳管，他是不是有两大基本原则？你不会退，交通部绝对不会退让。第一个，他必须登记汽车运输业，即使我们有考虑，如果有考虑网路汽车服务业的话，网路运输服务业的话，还是在汽车运输业里面，对不对？没有错，是的，必须登记。第二个，驾驶人必须纳管，必须要有职业驾驶及计程车的职业驾驶人登记，这个你们会不会让步？这两大原则你们会不会有空间？第一条是一定要坚持的，那么第二条我们觉得有一些国际的做法呢，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参考，比如说偏乡地方也许会酌予放宽，但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来个案的再来考虑。这个也合理了，偏乡地区有时候他这些白牌车的驾驶，古当乡你可以看多少，你用这种职业驾驶人他不一定赶得上，但这一点在安全无虞有保障的状况之下，你们再去调整。是的，好、哦，所以第一个一定要登记汽车运输服务业，不管它是哪一个分类。是。第二个，他们必须要有合理的管理对驾驶人，好不好？这个不能让步。了解，了解。然后最后，我跟部长建议啦，再跟招委借30秒。政府其实还有两大地方可以突破，不一定要修法。第一个要突破区域跟车队的限制，鼓励国家级的 APP， 这一点也是我一直跟部长您要求，希望您再去沟通的。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再努力一下？是你刚才说各县市去做，直辖去做有4家5家，我很担心只是土狗队多几只，还是打不多 Uber。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台湾版的业者可以进来。那台湾版业者怎么进来呢？有时候靠车队掉入了那个生态里面，不一定会做大。交通部有没有可能主动寻求资讯科技、车用电子科技，包含我上次讲的大数据，这些创新业者进场，来让台湾的车队更大、更进步？甚至我们的计程车未来表也可以有 APP 的功能，这些你们是不是要考虑？这两方面其实可以结合起来跟委员报告。我们刚才报告了有关这个媒合啊，现在做的做法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还不够触及到整个，比如说比较是设备面，或者是更大的这个口袋比较深的业者。那这个上面我们愿意来做。那整个国家级或者叫做国家队的这个 APP 呢，也是透过这个媒合之间，希望能够来创造一些良性的竞争，慢慢的来浮现他们的企图心，使得大家的合作可以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乐于见到具有规模以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APP 成为台湾的一个代表性的 APP。 好，部长最后跟您建议了，我相信这也是整个新政府的态度，政府要有正面主动的作为，政策辅导去甚至是鼓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好像政府只会处罚，处罚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的，好不好？是的，谢谢您。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郑运鹏委员。请林俊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本席邀请交通部贺成部长。好，请交通部贺成部长。林委员好。部长好。
部长，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 Uber 的问题。我想请教部长，听说美方人士啦，甚至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有没有为了 Uber 的事情对台湾施加压力？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但是他们确实有来关心。确实哈，美国政府有些人士啊哈，已经对台湾表达对 Uber 这个事情的关心了。是的，那这样的关心会不会转变为对你交通部长的压力？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像刚才跟诸位委员报告的，我们把我们法律上的这些条件跟和 Uber， 所以你并没有在你部长层级以上的人给你压力了？没有，到现在没有成为。所以部长，你认为你有得到授权，你有充分的权力可以来处理 Uber 的问题吗？我不敢说是授权，但是我们现在依法令来做这些事情，我想是曾经在院里面也大家一起讨论过，相关部会也都在协助，所以行政院有达成共识。是的，是要修改公路法方向。是的，对 Uber 类似这样的一种业者，如果不合乎台湾的法律规范，那我们将施以重罚。行政院有这样的共识吗？跟你这个方向是确实是在行政院的部会里面之间大家有讨论过，所以你也赞成有这样的一个修法。我认为这个重罚不是目的，刚才已经报告过了，最重要是显现我们对于要导正合法的决心，我们也不会说是轻易的。我再请教你， Uber 的事情会不会成为美台之间的一个贸易争议的事件？我想应该不会。其实Uber 它在很多国家都有适当的跟在地的法律做一些调整，只有在台湾它并没有做任何调整，就希望完全用一个新法来适应它。这个做法恐怕在美方也能够充分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跟部长，你知道 Uber 什么时候进来台湾吗？该大概四年，大概2013年的七月，是不是这样？是，2013年。是，到2013年的七月了。那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呢，2013年的八月 ，Uber 也进到中国去。是。那差不多同一时间哦，他来到了海峡两岸。那 Uber 已经在上个月啊，结束了在中国的一个经营了。是的。中国政府也把他赶出去了。是。因为他同样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合乎中国政府的法令。他今天到台湾，大概也类似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 Uber 要遵照我们的法令规范。是。那同时啦，我们要修改法律，是让政府有更大的公权力可以来执行嘛。是的。所以如果假设今天法案修法通过，那今天一定会通过。Uber 其实非常嚣张哎，他每次都买《四大报》的半版新闻，跟交通部、跟我们的政府对呛。直到今天交通委员会要开会审查公路法，他同样的今天一大早啊，他四大报半版的广告买下来，同样的啊是来对呛啊，他今天来呛国会咧。那我们也可以跟 Uber 公司讲啊，今天这个公路法修法就一定会通过。那假设通过了啦，部长， Uber 已经来台湾四年多了，那这个修法是从10万到2500万，那 Uber 如果继续营业的话，你会罚他多少钱？我想我们就是视情节吧，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情节可以试啊？就是他是因为他又不是初犯，他来了四年多，对，他手里面啊，我们已经罚了他几张罚单，市长知不知道？应该300，累计到现在啊，447件啊。449，所以是不断的累犯呐、部长，如果这个法令一通过了，你会不会给 Uber 一个改善的最后通牒时间？我想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个，让他们在一个等于是自我调整的一个合理的空间。大概多久时间？按照法律今天就会通过，你应该要设想起来啊。如果这个法通过，事实上跟委员报告，从过往的期间，我们都一直有跟 Uber 在做沟通。对啊，你会给他多久的最后通牒时间啊？我想从今天初审通过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再请他能够来。给他十年？不会。不然等他多久？我想我们预期这整个法案今天初审通过到总统公布，应该就到明年一月。好，那从明年一月开始算，你会要求 Uber 多明年的什么时候要完成？
一个月，我想整个法案正式公布就已经代表我们必须要依法来做处理了，所以不给他通。那这没有错，就今天开始啊，如果在本委员会公路法修法审查通过，就要开始计算了。对，等于他也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他可以来做改善了。是的，如果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啊 ，Uber 再继续违法经营，就要罚他多少钱？采用最重罚不为过吧？对，等于是他已经有过去的一些，因为他已经来台湾四年半了，他政府已经开罚他447件，他是不断的累犯，动不动就买报纸广告来呛政府、呛国会。部长，我再请教你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Uber 今天早上啊，有号召他的司机来包围立法院，知道吗？来立法院抗议，你晓得吗？对不起，没有了解。好，因为他的抗议可能比较柔性的、他号召 Uber 的司机绕行立法院，长按喇叭10秒钟。所以我不知道多少台来了，我们在这里可能不一定听得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显现出了 Uber 他用非常强势的手段呐、在抗拒啊我们的这个修法动作。那我们先礼后兵，我们辅导他。劝告他，已经给他4年多的时间。那如果我们修法通过，预计明年1月1日要开始实施本法。Uber 如果再违法，那我们就应该要采取最重罚，罚到2500万了。因为啊，公路法就算修法通过了，他给的范围也非常宽广，是10到2500万。是，那你到底要罚他多少钱？你现在罚他的447件啊，几乎都是用现行，我们是5万到15万啊，都是罚最低罚的啊。所以以目前啊，也有400多位司机啊受到处罚了。如果这样比较 Uber 进到台湾4年多，我可以说啦，过去4年多来，政府并没有认真的在针对 Uber 的违法事情执行我们的公权力，所以你才会没有吓阻力了。我们现在已经在他进来4年多、4年半哦，你再罚他447件哦。对，现在已经平均一个月啊，你开不到一张啊，你一个月取缔不到一件 Uber 违法，他怎么会怕你呢？对，可是取缔方面是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在罚则上面，我们已经是采5到15万里面的最高额来针对公司罚。那当然，今天如果各位委员支持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可以显现出更大的一个执法的效果。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来努力。好，另外呢，对司机的部分啊，就是 Uber 啊，他认为他有10000多个司机啊。有没有资料？大概有多少人去登记成为 Uber 的司机？我们政府有掌握吗？包委，因为他这个不是合法的这个经营，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实掌握不到。就是这样子，他是违法经营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晓得台湾有多少 Uber 的司机。但 Uber 的自己新闻稿啊，曾经提到啊，他有10000名的司机了。我们就假设10000名好了。那他类似用10000名的司机啊。来当作一个压力他今天看了广告，意思就是要曲解我们法律的意思啊。说交通部修法通过了，政府要罚司机2500万，实际上那罚则是10到2500万。是，但过去我们裁罚司机啊，以现行规定是5到15万。我看交通部的数据啊，大概都一件大概罚5万左右。个人部分，个人，我讲的是司机个人，都是5万，都5万嘛。所以如果明年本法通过啊，修法通过，那就是改为10万，就罚1倍哦。虽然不是罚到2500万了，但是罚1倍，每个司机会被罚10万了，这也算很重的一个处罚。对公司部分会比较量度高了，我们有一个裁罚的细则。你对公司就是罚2500万了，还用客气啊？对对，我们这个会有一个裁罚。一个就连续违法4年多的，是。违反了400多件呢，你要对他客气什么？是。那同时呢，我们政府也曾经要求啊、我们曾经行文呐、那希望 Google 啦或者 Apple 公司呢，能够让 Uber 的 APP 啊要下架。结果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吗？
目前还没有。没有啊？有没有回应？报委目前还没有。所以 Google 也不理我们， Apple 也不理我们，所以我们才要自己动手来嘛。所以我希望部长，是如果今天公路法修法通过，那我们就以部长刚提示的原则了，你刚讲的了，我们处罚啊，重罚是一个手段而已，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那还有剩下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是我希望 Uber 公司啊要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欢迎你到台湾来，但是你应该要合乎啊我们政府的相关规范。部长，是，所以未来就是执行的能力了。是的，我们来贯彻大家的给我们的这个一个武器。好，谢谢部长啊，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林俊宪委员。部长，我想跟你提醒一下哈，刚才林委员问到有没有缓冲期啊？总统公布实施之日就实施了，法律没有什么缓冲期的问题哈。这一点要请你拜托好不好？好，谢谢。好，请陈欧博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贺陈部长。好，请贺陈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Uber 的这个，他因为叫车方便，收费便宜，而且服务的品质也相当于我们一般的计程车司机的收费标准，所以迅速在全世界这个受到欢迎受到顾客的欢迎这个是市场导向的结果了。我今天其实我这真的这样的重罚，我其实我有一些想法了。其实如果能够管得好的话，这个我们是应该好好来管理，是的，但是管不好的话，我们只要技术重罚，甚至参酌其他的国家予以禁止。那现在全世界大概这种状况 ，Uber 不只向台湾的公权力这个挑战，也在测试台湾的官方的底线那也引申了我们在公共运输这个小客车方面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混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正视的，因为毕竟这也涉及到基层劳工的一些底生活基底生活的一个状况是的，所以我特别要跟部长呼吁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考了这个要思考如果是重罚能够遏止的话我们当然是有吓阻效应。那如果重罚没有办法遏止的话，我们似乎要更积极的思考一下，我们这些我们传统的这些计程车司机的，再怎么样提升他的服务品质，或者是说让他的这个乘客的安全更有保障，或者是说他有别于Uber 更高的一个专业驾驶上的一个让乘客安心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驾驶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性的考量。今天有些人不敢去做 Uber， 最主要是安全性跟发生事故之后的保障性的问题。我想一般比较保守的人会这样考量，但是如果以一个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方便性跟这个那个价格的便宜性来考量。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一个社会的状况那我觉得要让部长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发展呢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比较其他世界其他的国家那我们在法令上呢要做怎么样提升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计程车司机的一个方向来走考走这个方面来思考，比你去那个遏止或者是去松绑那个 Uber 的法令呢来的重要了。是的，这个、是完全同意我的思考对。第二点呢，我是说那个 Uber 的安全性的这个部分呢，他有表示说愿意跟政府谈特别他们的总经理呢，向我们蔡总统发出公开信，他说 Uber 虽然已经配合交通部要求协调保险跟业务，但未获善意的回应
啊，所以希望总统呢能够出面来协助厘清政府内部沟通的落差。那我觉得哈，我不晓得了，那个 Uber 到底怎么样跟我们交通部沟通，有没有跟部长沟通？你们说明一下。我个人是9月7号有和他们的亚太区的负责人，还有他的其他的同仁见到面。当时确实有提醒说，对于保险这件事情是必须是他们最起码的要做事情，其他当然的纳管纳税是他们的义务。那他们在这个上面也表达说，他们已经和相关的国内的业者在接触，但是我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期待之后呢，并没有听到他们有进一步的回应。那然后我们所间接听说的就是，可能他们跟保险业者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并不如他们所讲的是他们非常积极在推展这方面的事情。所以目前来讲是说，你也觉得说他们提出来的啊，这个要改善的方向哈，不符合我们这个目前台湾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提出来的部分，你觉得说不够成立，所以你也没有说啊很积极的要提出他们要求的话，或者他们的回应，是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说是我们不积极回应，只是当时他提出来的一些做法，在后来并没有听说有任何进展。那这个上面，我们希望他们在有一些纳管跟纳税上面的作为呢，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回应。这个因为即使在现场，他也没有做正式的回应，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他们可能还在调整他们对于台湾整个经营上的一些方针。可是我们并没有表现任何，比如说是比较强硬排除的手段，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事，就像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大的方向来讲，消费者以及网络上面来媒合一些我们产业合作呢，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我们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的经营在台湾也能够发生，所以我们并没有表示说好像我们不配合不友善，没有这个状况。现在 Uber 号称有10000多个这个驾驶来配合嘛，到底有没有10000多个？这个当然并没有真正的资料，因为他既然没有纳管的话，我们也没有正式的资料。不过他们宣称是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性呢？我们交通部来召开几场公听会，然后呢凝聚出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的策略机制哈，让 Uber 这个在还没有合法化之前呢，能够他们哈，或者是说社会上有提出比较合理合法的一个规范，借由良性的竞争呢，来提升我们未来计程车的一个服务品质，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非常乐意朝这个方向做。实际上，在立法院这边也已经在8月11号开过公听会，但是这样的公听会我们乐于继续来办，而且越谈越具体，我们乐于来配合。好，那个我想，这个既然有那么多的他们宣称10000多个这个驾驶在配合哈，这个也相当多的人这个民众也好在接受他们的一个他们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便利性，或者是说市场上的一个可接受性的一个状况了哈。那我在想说哈，因为我们交通部也提出一个多元的计程车方案哈，到底有没有竞争力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多元化的计程车方案呢，有人说是台版的 Uber 啊，那其实你跟他比较一下哈。事实上，真的还有点像哈。那其实它比一般的计程车的一个方案呢，看起来哈，就外观也差不多然后车资其实，我不晓得多元化的这个计程车跟 Uber 跟一般计程车的差异别在什么地方，提出来又有没有竞争性？部长，你们说明一下，你提出来的方案。对，感谢委员给我们机会。这个案子其实跟相关的公工会都有机构讨论了。那么目前我们的方向比较它多元，其实有含好几种内容。其中一部分是希望能够对于消费者对于一般使用计程车的一些，不管是它的品质啊，或者是它的服务什么，这个优质化部分是我们首先做的一部分。另外，我们就是针对有一些共乘的安排，或者是对于偏乡地区的一些开放服务呢，也都是多元化计程车方案。您刚刚前面指教的第一部分呢，大概是现在跟 Uber 相较比较会大家拿来做讨论的这个部分，大概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它
在这个费率上面不能够比现行的计程车的费率要低，因为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说既有的车队变成受到整个的可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了。可是在优质化上面他们可以取得更好的车资，就像现在 Uber 一样， Uber 并不是所有都是比较便宜啊，它在稍微拥挤的时候它的计程车资，它的车资其实远高于现在一般的计程车的车资的。这些情形一方面也是反映消费者的供需，一方面也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服务有好的车资也是一种鼓励计程车厂升级的一个方向。这个部长哈，民众其实最在意的是费率的问题啦，就说 Uber 它的那个收费比一般的这个计程车是便宜嘛，大概便宜两成左右了哈。有些时段呢，其实也不见得都是如此。那现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计程车方案呢，这个加值的这个加值的效果不好了，只有多一个 APP， 那事实上。这个便利性当然提高了，但是缓不济急，有时候真的要叫车的时候，也没有那个那么方便哈。所以相关车队会去做。我在想说，我们既然有提出多元化的计程车方案，是不是这个方案能够变成将来变成我们一般计程车的一个加值的服务？哦，是的，是的。或者从收费上做一个合理优质化、客制化。对， 对，我讲就这个部分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交通部在105年的办理需求反应式的公共运输示范计划，简称 DRTS， 这个类似的，是不是类似 Uber？ 有些确实有这个精神上相似，我让司长跟您做说明。请问一下，我请问一下哈，105年哈，我们有没有规划？有，总共有几个乡镇？应该是有十二个乡镇。目前启动了几个？目前应该有那个嘉义阿里山一个。嘉义阿里山。只有另外有一些应该已经都确定那个已经评选确定业者，他们都在筹备当中。你现在就是你规划十二个，然后启动只有一个那106年呢？我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因为最主要提升偏远地区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便利性是既然要推动，就积极的推动嘛。是对。那因为短时间你看要。要找出一个比较因地制宜的新形态的运输服务哈，这个我们都支持了哈。我们希望说这个尽快来办，因为宜兰县有一个是壮围乡，对，我们会积极来跟地方一起来。那我希望说你这个，那这个其实这个方案可以解决过多计程车单薄人的窘境的，但偏乡比较需求嘛。那既然要做，我们就做彻底一点，要不然不要提出来。是，你105年规划12个只做一个。106年，你规划几个？跟委员报告一下，105年的部分是12个示范点。那地方政府因为第一次来做，所以需要一点比较前置的规划。明年打算？那明年的话是全面会辅导地方政府来做。好，明年的时候我再跟你讨论一下，你们大概能够做多少成效出来？好，因为偏向的供应是不足了。好，谢谢。好的，我们加油。谢谢陈委员。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们各位请部长，谢谢。请贺成部长。刘委员好。部长好哈，部长，我想这两天 Uber 在各大媒体都用了非常多的费用刊登的广告哈，甚至用非常耸动的字眼说，我们立委如果酒驾哈，只要被抓到只能罚几万块哈，但是如果违规驾驶计程车的话 ，Uber 的话要被罚款2500万哈。我想这个跟事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了哈。我相信全世界哈，对，应该这样讲了 ，Uber 是目前的计程车业的变形嘛，好，无论讲它是更进步或是更多元，它就是一种变形哈。那全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说对计程业者没有加以行政上的管理啊，因为它其实是一种针对不特定人的搭乘的工具嘛，所以无论我们从保险或者是从驾车的安全，我都有一种管理，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来界定一件事情哈 ，Uber 它绝对是一种新型的一个经营企业经营的模式，好，因应现在的行动电话的方便、上网的方便等等，它是一个它绝对是一个新的形态哈，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我们先入为主的认为说。
一定要采用 Uber 的国家才叫做先进的国家，我觉得这个要分开来看呐、啊，好不好？分开来看，我们下一个哈，我本哎，不要本来。我们现在目前在全世界大概我们几个代表性的国家来看哈 ，Uber 已经合法在经营的国家就是有，美国、澳洲跟中国了哈。那中国可能就是它已经被他们本土的滴答滴有合并了哈，这是三个。但是除此这三个国家哈，目前比较代表性的国家以外，事实上有很多的国家是目前的状况是跟我们一样的哈，它是采取至少目前为止是采取比较保守甚至抗拒或罚款的这样态度，其中包括欧洲的法国或意大利，还有日本，还有新加坡、韩国，这几个国家目前都是采取比较禁止的一个态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先回归到说，我们讨论的就是面对一个新的企业，然后它跟国家目前的现行的法律是有抵触了。好，我们到底国家的法律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样态来因应这个新的企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固步自封，说你新的行业来，我完全都不动，这也不对。好，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都应该要回到几个原点来看了哈。第一个，这个接受与否，这是一个国家政策跟法律的考虑，不应该把它界定说哦，接受才叫做先进。接受才叫做进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好，既然它是继承业的一个变形或者是改变，那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到继承业，我们为什么要管理的本质嘛？继承业为什么要管理的本质？我想部长你一定很清楚，其实就是安全的考虑嘛。我们针对不特定的，你在路上随手一招或打电话，你都有可能来了一个你不认识的。99.9% 是你不认识的继承业，那我们如何去保障消费者？我们要回归到这样一个原点来看。那部长，与你说，你刚刚说 Uber 的亚太的营运长有跟你在谈嘛？无论谈如何他们来配合台湾的法律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等等，那你认为其实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我想他们第一应该是对于我们的法令还不够认识，第二他们期望说他不想要去配合现有的法令，他希望我们帮他立新法来完全朝他的作为。其实部长，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一个困难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在管理我们的继承业者，我们一个很基本的要件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职业驾驶的执照啊。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就算我们是一个不是特许，但是是一个资格考嘛，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消，你至少有一些消极条件，比如说你不能有犯罪的前科等等，你这消极条件你要不具备、哦、然后你要去考一个职业驾照嘛，然后经过去登记之后你才可以经营继承业嘛，计程车嘛，对不对？是，这个是最核心。那这个我们之所以要设这样的规定，就是因为我刚回到讲的，就是因为这是因为载运到不特定的人嘛。对，好，那我觉得 Uber 最，你再怎么谈，它最难突破其实就是这一点啦。Uber 他认为他最大的利基，就是因为他可以让很多拥有自用客车的人、小客车的人，他只要经过他们自己的申请，而且是相对简单的申请，他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可以不定时的，就只要他有空或路线许可，他就可以经营嘛。是，看起来是方便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绝对对 Uber 来讲是方便的，而且他有诱因，对想加入他的会员的人有诱因，但是对国家法律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啊，违反了我们要。管理，我们认为行政上要管理继承业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嘛。是，跟委员特别报告，您刚刚讲的完全正确。可是实际上，关于拥有这个职业驾驶人才能够成为 Uber 合作对象 ，Uber 在别的国家也有这样做。好，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他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只是在台湾，他希望这个地方他更免除。我认为我们要坚守这一点。是的，好，我认为我们要坚守这一点，除非有一天我们就我们大家已经这个。大家我们社会已经接受或进步到说其实我们都不用任何管制，大家是觉得很安全也很 OK， 然后我们的经营继承业也不用任何考虑，那当然没有关系，但目前的现状不是嘛。然后部长你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说其他国家也许就是在美国的部分的州或者是在澳洲，其实他们的其实我刚举的那几个三个目前 Uber 在营运的国家，其实他们都有个特色了，他们都土地比较大了，
啊，人烟稀少。那美国有时候他土地那么大，他又不像我们这么方便，我们随手一招就有计程车，然后或者我们要电话叫车上都非常方便嘛。那美国有些州，那可能我相信他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他可能透过 Uber 的经营方式来做，有些他们是州自治啊，有些州来做处理了。哦，那部长本席在这里就我觉得政府在这一点政策要明确，立场要明确，我们绝对欢迎或者鼓励新型的创业经营模式来台湾，无论是本土的产业或是外来产业。但是有一些我们政策上根本的核心要持守了。我们不能说对现行的传统计程车业者，我们要求他去考职业驾照，要登记，要有消极资格啊。结果这一篇，因为他看起来比较时髦，他是 APP 用 APP 上网比较时髦，所以我们全部把它放宽。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啊，部长。是的，也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创新，它应该是一个过程或是一种方法，不应该因为创新就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减免，特别是有关涉及到公共性的消费者保护的部分，政府必须在这个上面要把持我们的底线。所以在过去我们所提到的所谓的纳管、纳税和纳保险，就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基本底线。我们愿意跟他们做各种合作，甚至也愿意在某一些偏乡地区做适度的一些放宽，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起点来帮助我们的一些偏乡的公共运输，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共同努力的。部长，本席就认为说，你刚这样的回答，本席是完全可以接受。我觉得我们政府这点立场要持守，不要让外界他这样把它导向说我们是在打压或不欢迎新型的创业模式。是，我觉得这是完全扭曲这个事实。是，因为第一个你刚提过，事实上在其他国家他也配合嘛，对，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现行这样的规定，其实是在。其实它不完全是保障现有的计程车业者了，它其实是在贯彻我们保护乘客消费者这样基本的政策嘛，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政策绝对没有苛求，好，没有苛求啊。那你刚提到说，那我们当然在比较偏乡的地区，好，我比偏乡的地区，我们大众的运输系统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好，那我们到比如说交通部现在在推行的。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或者是在或者跟 Uber 来，大家能够来坐下来谈，是不是在偏向的地区我们比较有什么样的配套的方法，大家一起来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政府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了。但今天我们的修法这个状态，当然我们从整个我们党团提的方案是在最高可以罚到2500万嘛，哈，那可能外界会有质疑，那如果是计程车，驾驶者，我们会不会罚到这么高了？不会，但理论上我们不可能罚到2500万，我知道了，就不可能这样罚。但是问题是，你这样，我们如果罚这样一定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区隔经营业者跟驾驶人的这样的责任？我们会有一些裁量的准则，那么接下来作为执行的依据，是不是让公路总局？你这样裁量准则是会定在施行细则吗？我们自己会列如果修法通过，我们就会配合最新的这个财法的这个范围，我们会去调整我们的既有的这一个财法基准表。我们本来就是如果母法里面它是有一个罚款的一个上下限的范围的话，我们会根据情节的轻重。我认为这个应该把它做一个区隔，明确的区隔了哈，也避免的外界司机跟公司我们一定会区隔，对对，避免外界有做这样的比较不必要的误会啊。是，好不好？是的，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做。谢谢您。好，谢谢刘德豪委员。接着请林代化委员发言。我在林委员发言之前，特别要强调，在上一个会期，林代化委员时任经济委员会招委哈，那么跟学生呢、个人呢，我们为计程车司机朋友嘛，曾经上街头抗争。我们在这个部分呢，也举办了一些公听会哈。可以说让大家充分来发言。我们在这里，我特别向林代化委员表示致敬跟谢意，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主席。那我们有请部长。好，请贺成部长。好。好，林委员好。好，部长，这个 Uber 啊，说实在啊，它也不是没有参考的价值。本人认为呢，自从2016年之后呢，来自62个国家的外国旅客在台湾是用 Uber 的，
好，第二个呢 ，Uber 它的，我发现到它对台湾来讲呢，在已在世界上也超过450个城市来服务。我想这个媒体都有报道。那再来呢，全台也有超过10,000多名的驾驶来服务超过100万的用户。如果我今天暂时不看 Uber 违法逃税的问题 ，Uber 它本身具有国际化的宣传跟便利性，深受外国游客的信赖，以及在国内也有一定的一群呢固定的客群，以3年的时间，它可以达到刚才我上述的这三个效果，我觉得其实还真值得国内业者来学习。那所以呢，政府呢，你当然希望 Uber， 如果你对任何的业者，也不是对任何的，也不是针对 Uber， 你要合法，那不好意思，你就得尽本国的社会的这个该定该有的法定的责任。好，我不讲义务责任。好，所以呢，政府当然要介入啊。公共运输事业在世界各国多数啊是被列为管制事业，所以呢，涉及到民众基本行的安全与消费权益，当然你政府就得管它。当然 ，Uber 的潜在风险，好，我相信各位刚才几位先进也都在质询当中表达，车辆的检验、驾驶人的资格、理赔责任的负担、消费纠纷的处理、个人资料的保护、金融交易安全的保障，样样都是问号。乘客的权益如何保障？好，那现在呢？政府啊，要求我们一般的业者。司机你应该取得职业驾照，司机你要享有劳保健保，而且呢第三个呢也要这个使用啊营业的车辆，营业的车辆。第四个，业者要取得盈利登记，依法缴税。好，那这个 Uber 呢，它到底可不可以融入到国内来合法经营？本身交通部的法规都有了。好，那什么样态呢？第一个，他自己就成立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依法成立计程车客运服务业。所以呢，既然 Uber 你就只要依法申请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合法的派遣计程车，并与既有的车队业者来公平竞争。那 Uber 呢，在禁止以自用车辆营业的国家，好，比如说德国的柏林、新加坡等，都是以 Uber Taxi 的模式，依当地政府的法规及核定的运价合法来从事计程车的叫价平台经营。 Uber 在台湾当然也得比照办理，它就本身就可以合法了。那或者呢，我们用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它可以成立小客车的租赁业，或与呢小客车的租赁业合作呢，来提供派遣的技术。好，本身呢它也可以这两项哦，它可以本身的这个自己成立，我就是一个租赁业者。好，那我来聘来带来这个聘这些小型车的这个驾职业驾驶的这个执照的驾驶，或者我来跟这些租赁业者合作，我就提供这个媒合的特别这个 APP 当中也是媒合的什么特别技术。尤其我在第一页所讲的，说实在，我说 Uber 它有一点国际化，如何我在我泰国的游客，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技术，在台湾，在还没有来到我台湾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可以已经把计程车订好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技术是我们政府，你可以扶持我们业者如何国际化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给我们国内业者的一个正向的价值。但是国内业者做不到做到，我觉得做得到。本身现在的业者的 APP 的技术都比 Uber 好。好，那再来，现在公路法的这个修正啊，本席是有提到一些这个疑虑啦，哈，包括呢这个针对我都尊重啊，包括我也支持哈，这个陈雪生的版本跟我们民进党的版本，其实两个其实是蛮符合的哈，所以我支持。但是呢，我觉得了这个 Uber 啊，他连登了一个月，我觉得这个 Uber 的业者啊，请你放低生态。你几乎是以财大气粗，把中华民国的政府的威的政府的威信踩在地下。
来到国内，好不容易现在愿意见你部长了，愿意这个已经我们立法院大家的力量已经集结在这边了，他看到不行了，好吧，那就来拜访您部长吧。那你看他这句话，立委酒驾罚90,000，开 Uber 罚民众25,000,000，这样的广告做了多久？一个礼拜多。这是什么？各大报。这样的一个广告，这样一个月一个礼拜没有上千万，谁花得起啊？这种财大气粗，好，然后呢，已经兵临城下了，还在想说好，我再来考虑要不要合法。所以我觉得他真是，如果今天政府不处理，好，你包括说，我们也会讲啊，这个你看像德国他们禁止，可是他就把他的技术、他的好，把它融入了，他也用这种 APP 的功能去促进共乘乘客的共乘。好，我真的是需要这个我家里这个人跟我这个我自己住家的邻居或者社区的邻居，我需要共乘，可是我们都不是计程车业者，我怎么利用这个 APP 的平台让我的共乘更能够效益，就达到你交通部的目标啊？反而他把这个共享的经济用在我民生当中去节能减碳。好，所以我觉得部长，我不晓得您对现在 Uber 啊，我们这个法案的部分，你们现在怎么的来针对你现在面临的压力，以及现在你推动法令的这个进程，你是怎么的期待，或者是有什么看法？是，谢谢委员，您刚才真的是非常深入。我们简单的看法就是，谢谢大家支持呢，我们希望来显现政府对于要导入合法这样的一个决心。那在这个方向之下呢，我们愿意把现在我们有些可以跟 Uber 先来合作的一些方向呢，也跟我们的相关业者以及某些偏乡地区来展开一些个案。我想这些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当成是说，我们一方面善用网络的技术，一方面能够代表我们在合法经营上的一个决心。是，所以这个 Uber 不要以这个共享经济之名啊，行掠夺经济之实啊，好，假非法雇佣黑工，规避企业责任的低价竞争啊。那我觉得认为你讲的偏乡，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推动，在您的业务的推动，在我在高雄市当中你们做的实验计划，在服务内区，在我的选区大寮，能够把我的计程车纳入公共运输系统。是的，是的。所以你看，你可以解决多少的这个我们计程车的这个生计的问题。是的，我想这个你应该在偏乡，日本有日本的模式，台湾有台湾的模式。台湾现在把计程车当作公共运输交通系统，这是台湾之光，这是您交通部这边您大力的支持之下有的这个，这应该在偏乡当中，而不是又把 Uber 这种白牌车，好，然后又要用到偏乡，又另外一个违法在那边。好，这是两个你自己本土性所产生为偏乡服务的这个的营运模式，你应该把它建立起来，让计程车业者能够纳入到我的公车运输的系统里面。好，谢谢，以上。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德浩委员。我还没看到报纸，立委喝酒罚90,000啊。我没有喝酒了。没有。好，休息10分钟。立委喝酒罚90,000了。我不晓得，不知道。你那里不是有写报纸啊？那个今天的。今天的。真的偏向他讲话时间过，你都不站起来。就是我只要时间一到，招委就赶快站起来。我很少来。没有啦，这个今天的。哦，谢谢谢谢。招委跟您借个场地。好，谢谢。欢迎。招委啊，招委。你好没有，我很早来，你早上来。上来啊。今天到啊，就站起来，要排队，排队站起来。没办法，站起来。欢迎来。好，
让我们的网络业伙伴、汽车的服务能够更好、更好。
刚刚的第五项要求说，明天如果通话通过的话，明天将罚单要求最重罚2000万。这个做法，我想在目前的法理上对它的依据。那么这个上面，我们也会在这个上面向我们的物流的业者来拿这上面的业单跟业主。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Thank you.
还在聊。好，下面请萧美琴委员发言。好，谢谢招委，请部长。好，请贺成部长。萧委员好。部长好。我想今天大家针对这个 Uber 它的一个释法性跟未来的整个产业走向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在讨论了，全世界各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是。当然，各国的整个产业环境也不太一样哦。是的。但是像我们最近在看到欧洲的最高法院也正在讨论跟审议，到底 Uber 是一个科技服务产业，还是它是一个运输产业哦？它整个在管理机制上面的定位问题哦，那整个世界各国在讨论这一个法律层次上，其实我们就可以凸显整个政策方向，确实是并没有全世界一致的状况。是的，所以我们台湾在检讨这个问题，当然也是要因地适宜嘛。那既然是因地来做不同的这个政策。的需求哦，依照台湾本身的需求以及现有的法规和管理的条件哦，来做我们未来怎么处置 Uber 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到底是科技还是运输业者的一个未来走向。那台湾有几个现象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兼顾到创新服务的提供哦，因为它确实用科技的导引让许多的使用者有更多的便利性，但是同时就整个现在的产业环境来讲，我们需要去兼顾既有的已经纳入管理的这些现有计程车司机本身的生计哦，以及消费者相关权益的保护机制哦。那我们再看 Uber 处理这些问题上面，其实态度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哦。那相较于像 Airbnb 也是有类似哦，它到底是个科技平台，是个媒合平台，还是它是一个住宿的服务提供业者？但是至少 Airbnb 它愿意来进入到台湾，先跟台湾合法立案的民宿业者的合作来开始哦，它在台湾的服务的提供。那同时也愿意在其他领域释出善意，例如说帮台湾拍观光宣传影片之类的。那在法规上愿意以台湾现有的法律环境来作为他服务的提供内涵。我想这两者态度相较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那所以 Uber 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一方面除了口头谴责之外，我们真的政府上还是应该要有一些法律上的工具来制裁来让这个业者不得不上跟政府谈判的这个谈判桌上。所以我们今天在相关修法要提高相关的罚则上面或者是要纳入管理等等，我是完全支持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因地制宜的这个原则，当然台湾产业环境跟美国跟其他国家的确是不同，但是在台湾内部我们也是有因地制宜的需求也就是在都会区它的公共交通服务相对比较便利的地区，对于这个像 Uber 这样的一个新形态的服务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对既有的服务者其实冲击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偏乡地区在计程车业者并不是很普及或者是分散那在许多地方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替代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导入新形态科技的必要？我觉得是有的，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怎么来兼顾这个创新的服务跟地方的需求以及业者现行的合法业者和消费者保障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未来政策执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们正在推动的这个 DRTS 的政策那其实这不是只有你们交通部在推动我个人也是这几年也不断的在倡议希望在偏乡地区能够结合
科技化的这个平台来以地方服务地方的需求为导向的所提供的公共的交通运输以及服务，也就是友善便民同时又平价的这个运输服务系统。那你们目前正在玉里即将要试办我看十二月底即将要试办，但是就我看目前的试办计划当中这个当然是公路总局主导也跟地方政府有相互沟通的一个结果，但是目前的试办计划的内容看起来是在一些过去公车并没有服务到的一些村落或者是路线提供一天到十班次左右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路线，用比较小型的车子来作为这个运输服务当然车子的大小的弹性已经是一个跟过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过往我们都认定大型的这些中大型的巴士公车跑这些比较偏远的小部落或者是人数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经济的走法，所以我们现在换比较中小型的车子来走，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这个固定的班次，所以它整个服务的形态并没有别于过去也是一样固定等车，我们只是车子的大小把它换成了小车，然后由中央来补助地方的县市政府来执行这个案，所以这个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新的技术在哪里，新的媒合的平台在哪里，新的科技跟创意在哪里，除了把大车换小车以外，到底我们是新在哪里，但他也走了一些新的路线，过去公车服务不到的地方，更偏僻的地方，这个是新的没有错，可是我们看不到他新的创意跟新的到底他共乘媒合，我们让他整个服务能够更贴切居民以及观光客的需求的这个平台跟精神到底在哪里，在你们的试办计划里面我是看不出来，但愿意走出去愿意试办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还是希望说这个试办计划真的是还没有跳脱过去的这个思维，那我们真的要走 DRTS，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 Uber 虽然我们国内的目前的法规环境是不允许，可是它在很多地方它这么盛行，它这么受到欢迎，很多人他要去用它的好是在哪里，那既然它不合法，我们可不可以参考它的创新，它的好，它的服务来用在我们现有的合法的这些服务里面，尤其是偏乡的服务需求。部长，我觉得这个试办计划如果没有办法来纳入这些新的创新新的科技跟媒合平台同时来广为推广，我觉得是非常可惜也让人遗憾的。我想我能了解像您刚刚指教的在车种的多元化已经尽量来做，在科技化方面怎么这样进一步，我让这个局长来跟您做说明。是，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委员所提到的，我们在尤其是提到玉里的这个 DRTS 的试办的这个刚才提到车种会做一些改变那样的改变的车种固定的班次来讲，它是其实是比较属于基本需求的提供但是委员提到是不是可以用弹性用预约的方式在即将要试办的这个 DRTS 的计划里头，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这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也是会应用这些新的这个预约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过去的这个公车固定班次为什么不经济，除了车种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它因为地方偏僻相对人烟稀少，所以它常常绕了半天但是接不到一个人。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走 DRTS， 就是人有需求的时候车子再去走嘛。是可是我看你们的模式还是一样定点定时十个班次定点式的，那并没有落实到我们讲的特别偏僻的这些地方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才来提供服务。今天即便是换了小车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但是如果他还是绕半天接不到人，还是没有办法来这个满足实际需求者他本身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可惜的啊。是，委员提供出来的这个意见非常宝贵也谢谢委员。那这一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的试办计划里头也都有纳在里面那或许是我们在说明的时候没有说明的很清楚。是啊，你们给我们的资料是一天十趟，好，一天十趟
那就是定点的这个服务路线啊，是，而且是三个定点嘛，就是玉里的乐和安通跟元城，我刚才提到你这三个地方的定点服务啊，那个是那其他的地区怎么办？玉里镇很大哎、欸，是，还有山上啊，那个是阳春面啊，另外可以加卤蛋、啊，对，那有预约的方式，我们所以这个卤蛋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之前也请教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地方做任何的宣传或说明？你们也不打算做任何的说明，就想要敲敲的上路，那谁知道有卤蛋可以吃呢？对不对？我们看得到只有阳春面嘛，你们定点的服务班次就是跟过去的公车服务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可是你们今天加了这个卤蛋，它到底要未来怎么运作？哦，连跟我们讲、跟立委讲都讲不清楚了，更何况是一般真正需要的这些民众呢？这个我们回来检讨，加强，好不好？是不是可以这样至少地方的媒体啦、地方的广告，好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懂、吃得到、用得到，真正符合偏乡居民的需求，才是我们要推的 DRTS， 才是融合新科技以及新的这个共享经济的概念。以及基本原则的一个服务。好的，好的，朝这个方向来努力，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萧美琴委员。请叶宜津委员发言。立马。请部长，然后等一下谁要补充都可以随时上来哈。请贺成部长。好，叶委员好。部长好。来，早上很多人让你看过了，这个你看过哈？是。这个看过哈？是的。看过，看过，看过。好，五大版面。都不一样哦，内容都不太一样哦，但是都是头版的大版面呢、哈，真的是财大气粗。我认为这些呢是公然挑战公权力，我觉得可能还不止挑战，是公然挑衅公权力哈。所以今天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要对这种违法的公然还公然挑衅予以重罚。但是呢，我们也要来检讨一下。来，我们再看第一章，我刚秀给你看，你都说你看过了嘛，哈。他说什么？他们呢，哈，不是我们，拥抱进步的力量。哇塞，拥抱进步的力量。说到进步，我们民进党就要特别睁大眼睛看他怎么样进步哈。来，部长，你觉得 Uber 有什么进步的力量？我想它最主要是方便每一盒一些供需，同时对于服务的过程它有比较完整的一些评估，使得大家对它的服务会越来越有信心。好、是啊，好，来我们看它有什么进步的力量。第一， Uber 的经营模式，因为它使用 APP 的平台嘛，哈，结合网络地图啦，哈，比起现在轿车的模式有什么大改变吗？早上我们郑英鹏委员讲了，下一张。其实轿车的部分大家都差不多了，这些都有啊，台湾也有啊，有网络轿车啊，这个有什么进步？没有啊，一样啊，而且实际的运作，它只是电话改成网络，但是它实际运作，网络定了以后，司机还是用电话，还是用电话跟乘客确认，这哪有进步？还是一样啊。是不是这些 APP 的车队都有办法做到？是的。好，再来，它的金流是用信用卡登录。其实它用信用卡登录付款，这有进步吗？没有。对，早就已经既有了。对，而且呢，其实它这个是防弊条款，不是进步，因为它用信用卡，它才可以收到它25%的佣金呐、他是怕司机跟乘客私下交易，所以他一律都要用信用卡，这是他为他自己的利益，这不是什么进步哦，部长。好，最后他最大的卖点叫做共享经济。好了，
这个共享经济就是什么？就是有空的人就去载客赚一点外快嘛。啊，这个叫进步的力量啊。那这样很简单，这样我们只要下一张，这样就好了。我有空的时候我就秀一下，我就进步了哈。所有的私家轿车都可以这样吗？就秀一下就好了，更不要说我们白牌车都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这也不是进步的力量，所以呢，它其实没有什么进步的力量。但是，虽然它不是，可是它还是这么受，特别是年轻族群的喜爱。我们就要来讲为什么。我们先要讲，我们不能只有给人家罚则，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求他纳管。部长，这是你们要一直讲，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讲的，就是我们要乘客的保障，部长对不对？是的。那我们就要一直讲，好不好？是。我们要乘客的保障，所以必须要纳管。当然，纳管纳税，你早上说了哈，纳管纳税这个很重要啊哈。但是呢，我们先来讲所谓纳管，因为他不纳管，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不接受纳管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修法，我们大家都支持哦，很快今天就要过，但是我们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来，我们计程车哈，说人家不纳管，为了乘客的安全，来做一个比较，纳管，结果人家是什么？人家有良民证，要零肇事记录，还有客户的评鉴制度，还有他的每一辆车都有系统追踪驾驶跟路线。但是我们计程车呢，我们不是零肇事记录哦，也不是没有前科的哦，我们是特定前科才不可以。好，这是第一个。部长，我现在换站在乘客的角度在看这件事了哈。我对 Uber 对计程车都没有特别的好恶，我完全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这样比起来 ，Uber 是赢过计程车的哦。其实是不是让委员跟您报告一下？纳管不完全只是对于他的司机的管理而已，纳管也代表我们他的这个整个营业对于我们的主管机关有没有提供完整的资料？是的，我知道。好，我们慢慢讲，但是我是站在乘客第一，我们现在讲安全。是。Uber 是赢过现在计程车，对消费者心里面来真的。客观的评估的职业驾照在相当的安全上应该是比一般的驾驶人更有在技术跟处理纠纷上的经验了，这个未必说是安全不如 是，这是驾驶的安全，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行为上的安全。是的除了驾驶以外。是。好，再来，我们说那 Uber 他没有管理，但是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计程车是靠行的，哈，我们当然也有像前面我讲的那些啊，所谓的车队的，他就可以跟差不多跟 Uber 一样管理的好，可是那是因为他们车队有一套管理机制，而不是我们公权力的管理哈，所以也难怪 Uber 要大声的跟政府说，我的管理比你好。这个我们脸上无光哎，部长，对不对？哈？如果一个车行或者 Uber 说我的管理比你政府管理的好，这个在打脸呢，哈？这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只有挑战，他还挑衅哦。这个我们绝对可以大家来公平讨论了。即使是靠行，他这个被靠行的这个车队还是要来管理，所以这个并不是表示说靠行就表示不可靠了。你说。不是靠行就表示什么？不可靠，就是他其实在车队还车行还是要来被靠行的车队，他还是要来管理这些靠行的车子跟他们的司机的了。部长，我现在再强调一次，我站在乘客的立场。是。你随便去问乘客，一辆靠行的计程车，跟我们先不要跟 Uber 比，跟有
组成车队的计程车，哪一个乘客觉得比较有保障？哪一个管理的好？这个可能也是，更不要说 Uber。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说明上大部分人不够了解了，但是这个上面应该是在法律上它的责任是一样的了。好，这个、我们来努力检讨一下。好，最后我们来讲税的部分。我们现在都说 Uber 不缴税嘛，所以我们说纳管纳税来。但是我们计程车业者缴多少税呢？财政部都可以来上来告诉我们啊、哦。营业税也几乎没有了，几乎啦哈。来，我们再讲 Uber 呢，他没有缴税，没有错，他抽取佣金不缴税，这个我们非常不以为然。但是计程车呢，他免牌照税，免汽燃费。油价高涨的时候，政府还给油价补贴，我还是一样站在全民的利益来看这件税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两相比较，他缴的税，有他是有缴盈利事业相关这些税，是没有错哈，其实也非常的有限哈。我不是说他们要缴重税，我是拿来做比较，哈，所以呢，现在再来再讲一下，就是我们早上大家也讲的所谓的保险，对不对？好，现在计程车有保什么险呢、啊？他也不过保一个150万的责任险，对不对？150万，对不对？然后个人部分，如果个人计程车司机是个人的话，那也只是强制汽车责任险。那强制机车责任险就跟 Uber 完全一样了，就跟 Uber 的司机完全一样啊，强制汽车责任险不是吗？何况我们都知道，计程车司机出车祸，通常都是两手一摊，说你来告啊，或者说找车行啊。我处理过很多了哈，是，所以呢，部长，我们今天要审，我们会让你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公然挑战挑衅公权力，但是呢，不表示我们就是满意你现在的计程车管理模式。了解这个完全，或者是营运的模式。如果我们只有惩罚 Uber， 但是没有对现有的计程车的有所整顿、有效的管理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东西还会一直出现。了解，甚至可能不止一家，对，可能以后会不止 Uber 一家，是，好，部长，是，好，委员是不是刚才您提那个保险部分只说明一点？好，除了是它的内容以外啊，最主要是它保险的对象哈、啊。现在因为这个 Uber 它是号称它是经由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机制呢，所以变成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个整个处理是非常缓慢，甚至于是保障等于是几乎等于是零了。那个我都没有，我都没有，他对，我们才号称嘛，我都没有说嘛。对，他号称嘛，这个我其实是给他打叉的啦。对，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来认知，跟个人计程车一样的强制保险。对。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还有包括我们的受雇的这些司机了解整个车他的这个车队在这个上面其实是比较没有保障的了，大家都应该认清这一点。是，好，部长，我们还是对你有所期许，除了这个以外，现有的你真的要去好好的想我们应该要怎么有效管理跟整顿，对他们整个的优质跟科技化要来努力。谢谢，是，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叶金委员。那刚才陈雪生招委在台下有跟我比手势，我知道他是要交代说对叶怡静委员要优于林黛华的待遇，这样。他比手势特别严格。好，谢谢主席，所以有请贺陈部长。哎，请部长。好，陈兆伟好，部长辛苦了哈。哪里？我想啊，刚才叶金委员都讲了很多啊，我想早上也有很多委员呢、啊，好，都提了很多，我想部长都注意聆听了嘛哈。是的，我想不管怎么样，先看看这个法国哈，法国在 Uber 业者无视禁令哈，持续揽客抢生意，惹恼了传统的计程车司机。
法国政府哈，除了谴责嘞，谴责暴力之外，他还是选择，跟计程车司机站在同一边，下令取缔 Uber 的轿车服务哈。那么第二章，103年这个印度公司啊，大概就司机发生了强奸的事情，哈，这个强奸、绑架等四项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哈。我们第三章，105年2月18号，西班牙数千计程车司机啊，走上马德里街头抗议哈 ，Uber 的竞争，那么也呼应邻近的法国近来类似的示威活动哈。第四，民众投诉交通部啊，说 Uber 常常绕道啦，或者先刷卡付费啦，还有人不满被重复扣款哈。那么当然，根据民众的投诉，向交通部检举啊，因为无法可管哈，无法可管。那么所以呢，目前只能说取缔罚款。我想请教部长哈，目前过去的四年，我们罚了447件，钱都缴了吗？他缴了一部分，就是刚刚跟您报告的这个8200万的罚单里面，将近6300万已经缴了。那本席要告诉部长哈，我们民众如果停车费没缴，或是汽车牌照税没缴，哦，被警察开了红单的钱没缴，都禁限制出境，哎，有没有这回事？目前是这样哦，有些税没缴的话都不可以出境哦。在交通的法令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刚才委员提到是税法的规定，是不是？那你们在将来在修这个法的时候，能不能加一条进去呢？他不缴啊，你罚他5亿8亿，罚了没有用啊，他不缴钱呢？跟委员报告，他在交通的罚款上，他是刚才讲到开了是大概8000多万的罚单要去缴，但是他现在缴到6000多万，其实他有一些是在还没到期啊，所以我们的研判到目前为止，他是到期之前他都会把它缴纳。那至于说如果真有不缴的话，我们国家有那个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不，那个局长你注意一下哈，我们交通违规啊，钱没缴的话不能出境哦，好。这也是你们交通部的范围啊。这好，你快说。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分成两个部分啦。像这个交通违规或者是相关税费未缴的部分的话，大概就会移送这个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那移送到行政执行署去强制执行的时候，看那个金额部分的话，那行政执行署依照行政执行法，它就会相关包括管说或者是限制出境这些相关的规定。你们要管制啊，这个钱我还要追踪啊，一定要把它收回来，好不好？了解。那部长，我想这次民进党的版本呢，跟我个人哈，跟本席的版本非常的接近了哈。你们也同意这样的一个修法嘛哈？对，大方向上面代表政府的决心，我们愿意来把各位的支持当成是我们的后盾。没有，我要告诉部长的是，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合法要去打击非法。不是非法来打击合法。早上很多立委给你们看了哈，你看，立委酒驾罚9万，开 Uber 民众2500万。你们在电视上、在报纸上也可以反击啊，不是这么回事嘛？是，好不好？是。我想今天会议完毕以后，记者访问你，你就这个部分你要做个说明啊。好的。然后你有一些报纸，你们也可以说明啊。他要付广告费，我们记者采访我们不要付广告费啊，我们可以说明嘛， 是不是？你不能任令他们这样啊。我对 Uber 没有什么很坏的印象哦。我去大陆哈，我坐车最方便的就是 Uber， 我对他们印象非常好。但是很可惜的是 ，Uber 今天不去求正当的一个管道，啊，那么去做他们的事情。这公然向立法委员挑战嘛，这个嘛，这什么意思呢？这有挑战性的嘞。你想开五百罚民众2500万也就算了，立委酒驾罚9万，他这个2500万是2500万是有根据来的嘞，不
不是说我们立法委员在这边乱定，定2500万，为什么不定2亿5000万呢？它也是有依据的，依据食品卫生管理法，这个防止污染空气管制法，也有相当的一个规定跟处罚。而且我的版本是5万起跳，民进党的版本是10万，我认为有必要啊，我认为有必要啊。所以这里面最低是不去讲最低的，去讲最高的。他如果经常累犯，那当然要处理啊。是。然后 Uber 还有一个很糟糕的哈，他的业者啊，网络平台业者鼓励下游的这些 Uber 的司机啊，运输业者哈，你们没关系，继续开车，罚了钱，嘿，我总公司来缴。这什么态度？这个啊，已经公然向政府挑衅了，向公权力挑战了，部长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接二连三的，接二连三的，花了多少钱？他不去做正当的一个申诉管道，不去去做正当的事，还要你看看投注媒体这样子做。我想，你有没有什么压力没有？没有，这个案子我们其实在相关部会的协助下，我们都还是秉持这个不能够向法律挑战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同时也希望他们接受我们现在相关法令上的一些纳管、纳税、纳保险的三原则呢，来跟我们谈更多的合作机会。因为过去的4年哈，我不断的咨询这一段，那么交通部给我的回答就是说，因为人力的问题嘛，无法取缔。那我们本来想说交给警察来处理啊，那警察权又没有这一段，那我们要修法了，你怎么办呢？是的，你只有去找民众来检举嘛，来投诉嘛，来检举啊。那检举的手段就是发给奖金嘛，把它完成这个任务吧，不然任令其这样子，让合法来非法来打击合法，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是的，我没有去反对Uber啊，我再次重申，但是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管道。是的，你如果说你不用纳税，你的车辆啊不用管理，你的司机啊，强奸犯、杀人犯都可以的话，就跟我们运防委员以前去登记，你看一个钟头就完成了。我以为说我犯了罪，你没有犯罪，主席你没有犯罪。那运防委员还很多计程车司机业者还怪他，认为他跟 Uber 站在同一阵线，我们不是这样嘛？我想运防委员的素质、人格各方面都很高的，啊，后来他也出来说明了，我们交通部今天已经让给 Uber 业者一个机会了嘛，你看也已经谈了多久了，是的，所以你不能说俊杰委员说给他一个缓冲期什么期，法律还有缓冲期的，没有缓冲期的哦，是的，是的，这个是你总统一旦公布实施的话，你就是依法行政。是的，这一点你同意吗？是的，是的，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来加强沟通，但是我们这个依法执行的决心必须要同步来表达。前三天 AIT 的处长，一个组长说要到我这边来，哦，要跟我聊这个事情，我跟他说我没空，后来电话跟我聊了半个钟头，哦，当然也讲到矽谷的事情、科技的问题，讲到 Uber 对台湾的好处。我告诉他，我义正言辞在电话上告诉他，美国是一个守法的地方，是有法治的地方，我们台湾这样的中华民国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哦，所以我想请部长你回去要跟院长报告，跟总统报告，是是是，甚至跟总统报告，不要我们的立法委员在那边提案修法弄了老半天。我问过很多的委员，100多个委员几乎异口同声都一致的支持这样的一个修法，我想我们行政部门就要去具体实行，要实现这个事情。那么至于 Uber 呢，找你谈，我不晓得他给你什么压力，今天他没有给你压力，会不会给院长压力，会不会给总统压力，哈，我不知道。部长你今天要给我宣示一下，这个法你一定要支持，而且通过，而且要严格的执行，你同意吗？完全同意，而且在大家支持下显现我们决心，才能够有助于整个今后合作上面的一些重新开始。我想我们愿意乐部长，我想我们做对的事就勇敢的去做吧。是是是，好不好？那谢谢部长。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陈雪生委员，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感谢你帮我澄清了，可能会有犯杀人罪。谢谢。
好，下面请严宽恒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主席，我想请交通部贺成部长。好，请贺成部长。哎，严委好。哎，部长好。部长，今天我想请教部长哈，到今天之前呢哈，我们对 Uber 总共开了多少的罚金？那 Uber 他缴了多少的罚金？开了大约8200万，那 Uber 缴了将近6300万。哎，要怎么看？我们看媒体上的报道是已经达到了1.35亿，这个是什么原因？哦，那是税方面是财政部的，财政部的哈。现在我们这个依照运输方面的罚金是不一样的。就公路主管机关是罚了8000多万的罚款。是的，是的，是的。哦，那税的部分有1亿多。是的，是。那我想我们已经给了 Uber 很多次的机会跟时间了哈，那但是我想 Uber 根本就不怕罚了，因为就算说如果说他今天耍赖，他没有去愿意做这个缴纳的动作，那我们能怎么样呢？我们他没有什么不动产，也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来查扣，那所以说像上次部长你说要可以提诉讼。但是他是登记在美国的公司，难道我们是要跟美国诉讼吗？那就这方面 的过往的这个以前的历史，我们有胜诉的这个案例吗？所以说，部长，我们现在面对现实就是说，尤其现在，好新政府上台，他跟美国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友好的关系。好，现在最近都一直在讨论这个川菜热线，哦，那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你会去对美国，对美国支持的产业来提一个什么的诉讼？那老实讲，那我们要面对现实哈，我们该得骗该得的。不过委员，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做不合法的一些作为啦。那美国也理解说，他这些即使他们支持的产业，也应该要在地化，这个事情大家有共同的了解。对啊，所以重点部长你也讲到的就是在地化。是，哦，他这个一个新兴的市场，然后新兴的行业到了台湾来，他就要符合地方的法制。是的，是的，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向我们广大的这些消费者还有计程车业者是对他们交代，人家符合依照政府的规范，好，依照政府的要求，公路主管机关的要求来配合我们。那现在因为一个新兴市场、新兴行业进来之后，直接剥夺他们的这个在整个生活上的这些直接剥夺了他们生活上的一些这种东西哈，所以我想。但是 Uber 它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号召联署，就是说要推动，要成立一个叫网络运输服务业哈。那部长，你对他们这样子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会为 Uber 专门就是说来设立专法来处理吗？我想网络运输服务业也应该是我们原来的法规里面的一个次系统而已啦，它相关还是要遵照我们相关比较是根本的一些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纳管纳税和纳保险的一些基本保障。那相关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路政司来了解一下，向您说明一下他们对于网络运输业的看法？不然请路政司做书面的补充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时间不多了哈，那所以我想没有问题，您请继续。继续请教部长哈，那像我们这个，我们知道瑞典。瑞典哈，这个他这个国家他处理 Uber 他是两个做法，一个就追税，像我们刚刚讲的1.35亿，我们也还没有追啊，也还没有实际看到我们的成效跟我们的行动。那另外就是说，他们的司机必须要有职业驾照，就像我们计程车司机必须考取职业驾照一样，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地方，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一个规范。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仿照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来规范未来？多元的这种新的经济体，他们势必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必须接受他嘛，也必须接受他，但是一定要辅导他，要求他符合我们的规范，是，好，符合我们的规范才必须要合法，才能保障，我们原来合法的经营的业者，是的，是的，是的，好像主席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是非法来危害合法，是不是来逼迫合法？是的，所以我想就是说，但是如果了哈。Uber 还是这样子的态度，他不理你，不理事业主管机关，等于是不把新政府当一回事的话，我们怎么处理？你还是寄出罚款，他还是不理你啊。
那怎么办？对，刚才也是跟您报告，就是说今天如果大家支持这个比较高的罚额的话，代表的是一个决心。那因此我相信他们对于今后他的可能他受到的这个罚额的压力就会使得他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二就是刚刚您也提到的，我们对于他在其他国家怎么样在地化的作为也跟他做详细沟通，他不能在别的地方做一些配合到这边来义无配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诉诸于民众，诉诸于我们，甚至于像让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有所了解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了解这件事情不是台湾这边在只做单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是来到台湾的 Uber 他其实比在别的国家并不友善，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让大家都了解。那如果说他依旧是这样子的态度了，那我们能不能说政府的态度可不可以说，在 Uber 他不愿意合法不愿意被规范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针对 Uber 的这个司机来做一个重处，就是说违规被取缔，罚款以外，罚款之外啦，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应该会可以对他的牌照做进一步的处理。那这样的话，自己的生活也受到影响。我想他对这件事情就应该要重新再思考。你指的是汽车的？对，这个我让陆政司跟您做说明。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在今天的这个委员提案版本里面，对于参与非法经营的这一个司机的部分，那么他的这个车辆跟他的车辆的牌照跟他的驾驶的执照，那也分别有所谓的吊扣，或甚至严重的话有吊销这样的一个修订条文。吊扣吊销我们都有在规范当中，是好，那这样子很好，就是一定要有作为啦。是的，好，不能 让他说认为说我们他这个匣子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新的经济体，然后就无视于地方的法治，无视于这个国家的制度了。好，这样子对我们真的是很多计程车业者都来向我们反映了，也向我们陈情哈。他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提出的诉求很简单了，就是说为什么？因为现在计程车业者他需要他有靠行的制度，那靠行的话他就需要有那个额外的负担车牌的这种额外的费用，那 Uber 都没有啊。对，好 ，Uber 都没有，而且他的这个登记成为 Uber 的司机，只要他们自己认可就好了，你政府也规范不到，是不是？是。那我们也发生过这个，国内也发生了这个性侵案件了，是。所以我不希望说我们接下来又会因为这个 Uber 的司机，然后造成了一些消费者的一种生命财产的一种威胁了。是的，那所以身为事业主管机关，我希望说交通部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一定要很严实，要非常的这个重视。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哈，就是说现行的法规里面并没有这个检举奖金的这个制度了。对，那本身现在Uber 的部分呢，只要你检举过一次之后，他的资料 Uber 他就会把这些检举人的相关资料他就会收集起来，那你下一次再用相同的卡片信用卡去这个登记的时候就被锁卡，他就直接把你排除了。 是的，那所以变成说，而且他是用信用卡付费嘛，那变成说检举人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困难了，举证也相当困难，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外形的拍照，还有他内部的这些东西，以及他的从哪一个点到哪一个点，都必须要透过网络上 APP 的这些资讯，才可以被认定是合格的检举资料。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真的去奖励到这个检举啦，因为我们要不能让这个非法的行为一直在延续啦。所以说想要请教交通部，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直接明定一个金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5万以上、10万以上、2500万、3000万，这个是包含这个违法的一个违法事业的部分，还有这个行为人的部分嘛。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定一个明确的金额，是针对检举人，那这个金额也不能太低。是的，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上。是是是。好，如果你太低的话，第一个它不是说诱因了，我们不是鼓励人家去检举。懂得懂得。只是说他检举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是。也不是说今天看到就可以马上做，他必须要时间，然后这个
要用很多的方式啊，哦，那至于说这个金额是不是，我直接建议啦，如果说直接把它定一个是，比如说是5000块，比如说是6000块，哦，一个程度，一定程度以上的一个金额。了解。哦，那这个部分部长是不是支持？这很重要，我的了解，检举奖金也在这个修法的这个项目里面。那它的额度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再经过再来做我们事情细则上的检讨。这个是不是让陆政司跟您做说明？因为我们这一次修法，它是针对所有各类的违规经营汽车运输业。我们汽车运输业目前合法有9个业态，所以这个不同的业态它所造成的这一个后续怎么样来透过民众检举给予奖金，这个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内部我们行政部门进一步来做一个研议？好，那就由行政部门来订定哈。那这个我们就是最主要了哈，就是说我们不是排斥这个是 Uber， 我们最重要就只要它合法，我们都欢迎它。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保障我们目前国内的合法的这些业者以及我们这些交通运输，好不好？是的，好，谢谢部长。好，谢谢您。好，谢谢严宽恒委员。下面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好，请贺成部长。好，郑委员好。部长好。今天谈这个公路法的修正哈，当然主要是针对Uber 的目前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哈。是，当然这些问题啊，这个驾驶人以车辆这个没有营业证照如果发生交通的事故，保险以及乘客责任分担的分配的问题，当然这个公司以驾驶瞌睡的问题，其实还有其他问题了不是只有这些了哈。是的，包括我们乘客的安全各方面也都是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看这个交通部啊，公路总局也在推出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啊。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到底以 Uber 到底能不能竞争呢？是不是？当然，一个车这个是不是会比较便宜？这个是就乘客而言了，就一般民众而言，他是最在乎的这个部分了，方便是不是方便？这个是不是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啊？也必须这个交通部跟公路总局是在修法之余啊，更应该去检讨怎么样去运用现代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科学技术的所产生的一些。就像 Uber 这样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民众会去使用，一定是有它的一个方便性或是便宜各方面，所以交通部这个部分呢，也必须要去检讨哈。是的，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个差 Uber 跟现在的一个计程车的一个传统计程车部分呢，不是只有颜色跟车，刚才已经讲了哈。当然这个今天的修法也必须考量。我先请教一下公路总局哈，我们原来现在的公路法的77条，当初要立这样的一个条文，绝对不是为了 Uber 吧？当时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法这个罚金的提高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必须考量，尤其是那个最低的下限。上限我们可以大大的提高，但是那个下限公路总局必须去考量，是不是因为 Uber 之外还有别的原来规范的原来一些传统的可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部分的下限应该是多少，恐怕公路总局要做一个广泛的一个横平的一个考量当然这个整个 Uber 的事情呢，经济部你们要会同经济部，你们要会同财政部也有税很多税的问题怎么样去会同这个财政部，还有公平交易委员会，都必须去整个，不是只有这个罚者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请这个交通部是不是尽快的能够来协商。
是，现在相关部会也都在给我们做这些协助，那今后我们会 跟他们加强更多的横向联系。好，好，我们接下来谈这个，上次跟这个部长、特别提到，我也跟公路总局提到，公路法第十一条、公路法第十一条的第一项非常重要，一定要去坚守，尤其是公路总局、交通部，公路之同一路线以由公路汽车客运业一家一家经营为原则。这个但书啊，但书必须要符合但书的规范的规定，有但书的情况，有但书的事实的状况的时候必须要很审慎的去和去评量要有具体的具体的一个评量才能够利用到但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请这个部长跟交通部跟公路总局必须 要去审慎的 去处理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谈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相关的经费因为上次公路总局的预算这个我当初没有谈这个部分公路总局的整个预算我们看这个你们所提报给这个这个是给主计总处的你们提供的资料这个金额很大我们来逐项来看这个原住民族的相关经费到底要怎么去评来去决定它是不是原住民族相关经费。上次我在这边也跟部长提过了不是说在原住民族地区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以这个凤林镇做一个案例然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部落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范围了其他的村里面有部落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村都是原住民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去考量我们看这个原住法第二条也是有非常明确非常明确的规定我们看公路建设的改善经费台九线苏阿公路三期路段改善计划编列的9亿多9亿多的经费不止这个万十万百万千万亿90几亿竟然我们原住民族你们把它列为原住民族地区了当然原住民族地区当然就包含但是你们实际上在计算的时候是叫原住民族相关经费了所以这个以后不要用原住民族地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台九线南回公路基本上比较合适这边写100万这边是40亿里面的100万是比较合适这个苏花公路就不合适苏花改 不是针对原住民的对不对部长最清楚吧是苏花改绝对不是为了原住民的部落嘛生活圈道路也是一样我就举这个几个比较具体的另外就是省道改善计划也是一样这个台九线花东公路900万这个是一个台九线第三期当然现在名称改了公路养护计划也是一样我们看这个这个刚刚有提到了这个苏花公路93亿嘛好我们看这个南回公路比较合适了100万另外生活圈道路实际上这个是申请制了你现在是先列也是有点过头了因为还没核定嘛下年度还没核定嘛省道改善计划我们就看这个最具体的好了花东公路就是花东公路台九线的拓宽嘛花莲到台东的台九线的拓宽我们就看这个明年的木瓜溪桥至花莲台东的线界我们就以凤林镇凤林镇这个这边有一个台北农民凤林的农民医院农民医院的隔壁农民医院隔壁这里一个部落凤信里在这个地方凤信里是原住民的部落其他的都不是我们原住民部落在这里193线靠山区这边靠海岸山脉这边193线在这边
这边是有一个部落，凤信里。我们看人口数啊，凤林镇的总人口11240，对不对？原住民只有2004人，这个比例就差很多吧。如果说900万都是在原住民的经费，所以是有很大的落差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当然过去比较没有去没有人告诉你们了哈，所以就以为是原住民族地区。啊，譬如说凤林镇呢、啊，凤林镇是被列为原住民族地区了。啊，它是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所谓的原住民族地区的定义，但是实际上的人口的比例并不是这样，它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啊，大家都知道的嘛，啊，凤林镇是以客家人为主的，所以这样的你整个把它经费说900万都是，啊，这个就是绝对是大家看了就是不可能啊，大家也会认为不可能啊，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交通部公路总局这边能够重新再把下年度的预算再重新把它检视，可以吗？是。检视之后再提供资料给我。是的，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给委员做参考。我们就以刚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是的资料来去让你们的同仁，尤其是你们的同仁，其实都知道了，地方都知道了，只是预算编列跟实际的你们的公务他最清楚了。你们的公务段最清楚，但是因为这个预算的整合的时候，公务段并没有参与了，这是事实嘛？因为连工程处都没有参与嘛，因为那这整个一个整体的计划嘛，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谢谢，谢谢。好，谢谢郑天才委员，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孔文吉不在，请许玉仁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们请这个贺成部长。好，请贺成部长。邱委员好，部长好哈。我想今天大部分的发言都是站在要重罚物的这边呐、啊，那感觉这好像是一个社会上集体的共识，好像是在立法院里面大家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那我今天来其实。不是替 Uber 讲话，因为我觉得 Uber 今天走到这个部分，他自己必须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啊、那有三个事情他必须要解决，税，还有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保险的部分，这些都是他必须以一个新创公司在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我只是说，我是代表台湾的新创圈在这边替这件事情讲话。是，我想问一下部长，你觉得这个2500万这个罚款？通过的时候，今天对全世界看台湾对 Uber 重罚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当然会以为说，我们对于这个网络为诉求的一个新创是不是受到打击？但实际上，恐怕我都了解全世界对于 Uber 的一些做法，在它在地化没有能够完成以前的不合法，也有一些相当的处罚。是很多的城市，它都是非法被踢出去了嘛？但是它部长不知道知不知道，它全球有几个城市是目前政府跟它合作，然后让它就地合法纳入管制的，你知道吗？我只知道好像它有400多个营业点，但是有100多个城市，29个国家是当地合法，而且收得到税，然后乘客收得到保障，是，然后也可以，Uber 的这个 App 打开也可以叫计程车的，是，哦，那所以2500万是什么意思呢？2500万是如果一个年轻人一个月赚3万块，要赚800多个月不吃不喝才有办法。罚了几个钱，我知道是罚公司嘛，对不对？但是我在讲的是这个比例原则的问题。然后2500万是可以在台北市的精华区买一套小套房，吼。那这个比例原则符不符合？我想，自己大家还可以再思考一下了，吼。我这边给大家看一封信，这个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网际网路协会写信给蔡英文总统，在12月1号，叫 Internet Association。这个 Association， Google 创办人、Apple 创办人、Facebook 创办人都是这个 Internet Association 的发起人之一。他在12月1号的时候写信给蔡英文总统。各位看到我画红线的地方，立法院即将要把 Uber 罚金从15万罚高到2500万，这是全世界最高的。
highe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然后再下面看一下哈，他这个 association 呼吁台湾政府停止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干嘛？会 shut down competition on innovation， 会把所有跟新创自由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完全把它给关闭。然后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行动也代表着针对这些未来还没即将兴起的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各种可能性的服务，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好的示范。今天我们把 Uber 踢出去非常容易，2500万罚不怕，罚3000万，3500怕罚5000万。但是呢 ，Uber 一间公司走了，未来所有台湾的，我在讲台湾的，不是讲海外的，台湾的跟分享经济相关的公司都没有办法，因为原因是今天公路法修了之后，所有无论是送快递的，所有未来还有共享医疗的，都会被这个法给处罚。一间台湾的新创公司资本额可能是100万到500万之间，他 Uber 经得起罚，台湾的新创公司经得起罚吗？我想比例原则的部分我们绝对可以考虑，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我们是不是都把这些创新都赶走也不见得。比如相对来讲的 Airbnb 跟我们台湾在相关的相处上面跟合作上面就比较受到大家的肯定，这些地方都代表个别的业者他在融入地方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有些更有效的做法。那我们也乐于欢迎这样的。我也肯定就是说您就是说以开放的态度跟这些新创产业去合作啦。那当然 Uber 他自己，我必须要承认，他自己在这方面的配合度还有态度上的确是有问题。那我也经常跟 Uber 沟通说，如果今天要在台湾就地合法化，台湾的法规你都要遵守。那但是他第一步，他去找保险了。但是保险的他遇到的状况是说，这一家他要找的保险公司跟他说，我们不敢跟你合作，因为你在台湾不合法。但是这不是鸡的问题吗？他没有办法合法，所以他没办法找保险公司。那因为保险公司认为你不合法，我不敢跟你合作。那从头到尾，他就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下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有部分协助，但是 Uber 自己可能要调整一下。如果他只是打着说我是其他公司在这里的行销的代表的话，当然在这个上面他就没有办法去跟人家真正谈保险，他必须落地成为说是要真正做乘客服务，才能够在这个运输服务上面得到保险的名目。那这些我们可以来协助他们，这些是 Uber 必须要去负责的问题吗？是的我也同意，而且也在这边去强烈的呼吁 Uber， 他必须要正视台湾政府对他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我想谈的是，今天我们修公路法提高罚则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我认为这是一套价值倒退的修法，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是，公路法是民国可能是二三十年前以前所创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没有数位经济。今天我们要修这个公路法来去规范未来所有的生活方式会在智慧型手机，会在 digital economy 数位经济下去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行为。今天的修法是对于未来的网络科技丢下了一个极大的震撼弹。如果以后这个修法是可以这样搞的话，每一条会跟网络相关、网络会造成传统产业有限制、有障碍的法律，我们都可以提高罚款，我们都可以用罚款的方式把这些旧有的权力结构让它变得更巩固，这样对吗？我想大方向不会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他应该认清一个事实：他在台湾已经称他们已经经营了将近4年了。过去这些罚款，他也没有因此真正的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好好讨论嘛，所以才变成说会有一种好像情绪上的变成说，那不如罚重一点。那这个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一些大家是一个所谓的民众的一个心情，但这个心情上面，我们希望不影响我们对于其他网络型的经济在台湾的开创机会。主席在30秒就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说不去用公路法罚款去处理这些新的未来可能形成的平台式经济的问题，你觉得依你的看法，如果立法委员提出一个新的所谓的平台式的经济法，或者是新的数位经济法来去规范未来这些新的网络科技产业，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非常欢迎。其实这个大领域里面恐怕有不少事情需要整合现在的法，或者就是要来另外寻求一些新的这种创新，我们乐于来这个上面跟相关的业者共同讨论。好，谢谢部长。
好，谢超。好，谢谢徐仁委员。徐仁，我要跟你说明一下哈，罚他2500万了。我知道是罚公司啊，对不对？是罚公司，不是罚了业者哈。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这个营业额是大规模的，知道。你用小的罚款了，不足以遏止。他根本不怕。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不是徐委员，他不循正常的管道。我知道。你看他向我们挑战来，立委酒驾90000，他不要写这一段嘛，就讲下面就好了嘛。你写立委干什么呢？他可能要郭正亮要那个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脑袋，哎，是不是？他这样写，害得我都不敢喝酒了。野马祖老酒很好喝吧？好喝，不许孟修远啊，这个你不要误。要中计了哈！我只是说，就整个数位经济做一个，我说我今天不是在讨论 Uber， 不，我没有反对 Uber 啊，我没有反对 Uber 哈、啊，但是 Uber 可以这样子搞吗？你看看，四大报纸正途，他不循正途去申请，用报纸来这干什么？这简直在恐吓我们立法院吧？我也是跟他们讲，就是说今天要在台湾做生意，就是要遵守台湾的法规。我对他们印象很好啊，是不是？我对他们印象很好啊，但是你不能作奸犯科的司机，哈。一刀切，没事，跟他没关系。我觉得今天这个法通过，我们就罚嘛。是立法院一致的决定，那就看他们愿不愿意改变他们的做法。我觉得就是。他甚至跟运输业者讲，你不要怕政府罚，因为钱罚的很少嘛。我总公司来缴，这什么话？这个方式可以逼他们上谈判桌，把他们过去的一些需要改的方式把它改掉。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上备询台没有关系。不是徐委员，他做不做他家的事啊？是，我没有去要求他。哎，我们对他印象很好，但是他不可以这样子搞啊，对不对？恐吓我们立法委员啊，我不会接受的，好吧？谢谢。好，接续请。王惠美委员发言，王惠美不在，张立善委员发言，张立善不在，徐有明委员发言，徐有明不在，钟孔绍委员发言，钟孔绍不在，林德福不在，陈明文委员发言，陈明文不在，江启仁委员不在，刘思芳委员发言不在，请钟嘉宾委员发言。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午安。那有请贺陈部长。好，请贺陈部长。钟委员好。部长早，早上有没有看报纸？看了头版的广告、头版的新闻是什么？哎，对了，除此之外，就是劳基法好像已经三读通过。是，那今天是我们在谈关心公路法，但是我觉得劳基法通过之后呢，对我们交通产业有很大的冲击。部长有没有做好准备了？有些地方恐怕还需要在有一些个案上面再来跟相关的部会做个案协调，比如说包括有些特别节庆的时候，在地方政府需要一些在连续这个工作上面这些事情。没有错，你讲到重点了。不过我首先还是要感谢，我关心的不止公路，还包括轨道运输。谢谢林权院长到我们屏东宣布了恒春铁路支线进入了评估。是，我们希望未来行政院能够加速用轨道运输来疏解偏向的运输需求。是。既然讲到轨道运输，我要请教一下，目前呢台铁的司机员的工时问题，我上次稍稍有做了一个说明哦。目前大约依目前的劳基法修改过后来看，我们台铁的算司机员的工资工时是用开车的157小时来算，但如果把在外的待命时间算下去啊，我们司机员他是高达265个小时，这个是工会给我的资料。同时呢，台铁的站务员也有人力的问题啊，如果我们配合司机员的班次。张委员会反弹呢、啊？他说：“那他们有工时的问题，我们有工时的问题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就是说，台铁现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员工的薪资起薪太低，工时过长，就造成了离职率高。离职率高，你们不断的招考，招考进来又出去，所以呢，人力缺口严重。请问部长，你觉得台铁这样的人力不足的情况怎么去解决啊？”
恶性循环怎么解决？首先当然是他禁用的管道确实是使得他不，他禁用的什么管道？他就要经过考试，考试是用什么考试？同时他还要再经过一些训练，那训练里面有时候一些难度的要求会使有些人即使是考过又离开。部长，这边有很多交通委员会的资深委员，我不敢班门弄斧，但是交通的资位人员考试比照我们国家的考试，其实交通事业尤其是台铁，它算是一个国营事业了，在国营的当中，台电、中油甚至已经转民营化的那个中华电信，中华电信过去有交通资位人员，是。那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要根本解决，但是这个根本的问题很大。我现在说台铁怎么解决呢？它第一个减班，第二个改点，提高危险加急，提高薪资，勉勉强强呢可以符合劳基法的限制，但是人力的缺口仍在。而且你说你减班改点哦，这对我们其他偏乡地区客量较少的地区啊，是造成了一些相对的剥夺啊。我们当然不希望说台铁只用这个方式因应。那所以呢，我这边呢要请教一下哈，目前最严重的是在哪里呢？在我们劳基法一修之后啊，劳基法34条，轮班应有连续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部长知道吗？知道。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轮班要有11个小时休息时间，确实就会变成说我们在人力调度上面更吃紧了。是，那目前我们根据这个提供的资料来讲呢，缺额上看1500人。今年台铁招考多少人？好像我记得是300多人吧。我300多人，是是是。那你现在缺1500人，明年你要考几批啊？是的，这方面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除了是道考率之外呢，可能在他们的管理上啊，也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寻求工会的共识了。这个上面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来跟刚刚讲的劳动部大家再共同寻求一些专案的处理。部长，您刚刚讲到一个工会的共识，今天政府呢，在这么大的社会，劳资双方都很有强烈的意见的情况之下，我们推动了劳基法的进步，保障了劳工的权益。政府机关要率先以身作则，但是我是觉得交通部对你们所属下的工会，也应该要提醒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以全体劳工的权益跟民众行的需求来共同考量。你们当中有些办法呢，规定啊，有些。我据我所知哈，对于你们对外单独招考的人员的比例啊，其实呢还有增加的空间。是，部长知道吗？是的。那这一点是不是请新任的局长，或者说怎么样努力的去跟工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今天我不是交通委员会的本委员，但是我们今天昨天大家花了那么多的心力，社会付出那么大的成本，我们把劳基法往进步的方向推动了。我们希望说，我们包括公务机关、我们国营事业、交通部所管辖的这些单位，应该率先的以身作则。也希望说，部长呢能够放下身段，去跟工会沟通。有时候他们希望保障他们自己的权益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考虑到整个交通事业营运未来发展的需求。是的，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也特别请他们去工会整体来提他们对于他们将来薪资调整上有什么建议性的方案，这样子我们就是对于人力缺口和他们的待遇部分整体一起来做检讨。好，那拜托部长，我这边有一个承诺，可不可以口头答应你们是不是可以在对于我只针对台铁哦，因为劳基法通过了，明年虽然有一年的缓冲期，但是1个月内提出一个措施的说明，可以吗？是我们现况检讨1个月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缓冲措施上面全部都到位呢？让我们多一点时间。你们1个月内进行一个检讨报告给我，好不好？1个月你们先提出现况的检讨。好，现况检讨，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钟嘉宾委员。请何新淳委员发言。何新淳，何新淳不在。周晨秀霞委员发言。周晨秀霞，周晨秀霞不在。林玉玲委员发言。林玉玲，林玉玲不在。蔡玉仪委员发言。蔡玉仪不在。罗明台委员发言。罗明台不在。邱志伟委员发言。邱志伟不在。陈素月委员发言。陈素月不在。登记质询委员均已经发言完毕。委员简东明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好，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的并案逐条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第77条各项提案及修正动议条文。
委员陈雪生等二十六人提案第七十七条，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违反依第七十九条第五项所定规则者，由公路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九千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其情节吊扣其违规营业车辆牌照一个月至三个月，或定期停止其营业之一部或全部，并吊销其非法营业车辆之牌照，或废止其汽车运输业营业执照及吊销全部营业车辆牌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二个月至六个月或吊销之。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者违反第五十六条所定办法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六个月至一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其驾驶执照及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吊扣两个月至六个月或吊销之。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违反依第六十二条之一所定管理办法者，公路主管机关应予纠正，并限期改善，可减招生人数，定期停止派督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废止其立案证书。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经废止核准筹设或废止立案证书者，原班职及原负责人一年内不得申请设立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两个月至六个月或吊销之。依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规定吊销之车辆牌照，其汽车所有人不依限期缴回牌照者，由公路主管机关进行注销之。民进党党团提案第七十九条，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违反依第七十九条第五项所定规则者，由公路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九千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其情节吊扣其违规营业车辆牌照一个月至三个月，或定期停止其营业之一部或全部，并吊销其非法营业车辆之牌照，或废止其汽车运输业者运输营业执照及吊销全部营业车辆牌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两千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及汽车驾驶人驾驶执照，并得吊扣四个月至一年或吊销之。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违反依第五十六条所定办法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六个月至一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未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两千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违反依第六十二条之一所定管理办法者，公路主管机关应予纠正，并限期改善，核减招生人数，定期停止督派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废止其立案证书。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经废止核准筹设或废止立案证书者，原班职及原负责人一年内不得申请设立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二个月至六个月或吊销之。依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规定吊销之车辆牌照，其汽车所有人不依限期缴回牌照者，由公路主管机关进行注销之。依第二项规定经吊销驾驶执照，其汽车驾驶人不依限期缴回驾驶执照者一同。委员陈雪生等十六人提案第七十七条，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违反第七十九条第五项所定规则者，由公路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九千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其情节吊扣其违规营业车辆牌照一个月至三个月，或定期停止其营业之一部或全部，并吊销其非法营业车辆之牌照，或废止其汽车运输营业执照及吊销全部营业车辆牌照。
为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违反依第56条所定办法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其改善，限其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6个月至1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为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机动车客运服务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违反依第62条之一所定管理办法者，公路主管机关应予纠正，并以限期改善、核减招生人数，定期停止派督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废止其立案证书。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废止核准筹设或废止立案证书者，原班子及原负责人1年内不得申请设立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为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者，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停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依第2项、第3项、第4项规定之罚款裁罚额度，应审酌违法行为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法所得之利益、受处罚之资历等因素决定之，其裁罚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1项、第2项及前项规定吊销之车辆牌照，其汽车所有人不依限期缴回牌照者，由公路主管机关进行注销之。就为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对于前项检举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其罚款金额达一定数额以上，并应以实收罚款总金额收入之相当比例提充检举奖金与检举人，其奖金最低不得低于5,000元，其检举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叶文怡经等3人所提公路法第77条修正动议，宣读修正部分。第2项，为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或电车运输业者，得依事业规模、违反次数或违反情节，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其非法营业之车辆牌照及汽车驾驶人驾驶执照，并得吊扣4个月至1年或吊销之。第3项，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违反依第56条所定办法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公路主管机关得按其情节予以纠正，并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继续接受委托6个月至1年或废止其营业执照。为依本法申请核准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者，得依事业规模、违反次数或违反情节，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款，并勒令其歇业。其余第1项。第4项、第5项均与民进党团提案相同，宣读完毕。好，交通部建议哈，依照民进党党团提案，还有陈委员、雪生等提案，整理成立交通部建议文字。那么，另外依照叶宜津委员等修正动议，啊，你要说明吗？好，请叶英文发言。这个第77条修正动议也有跟这个交通部去协调过，不过我做一点再修正哈，就是第2项，我们本来是增加，就是依情节来做一点弹性，让行政部门有点弹性处理，所以，划线的那个第1项后半段后面第1行后面那里，得依事业规模等等的，那个事业规模违反次数可以划掉，我们就直接得依其违反情节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是第2项，然后呢，第3项一样哈，第3项的第4行，得依其情节轻重。这样就好了哈，来除以10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款，还没完，不要急哈。来，那因为第2项跟第4项，我们都有因为情节吊扣驾照或吊销之，但是呢，这依照这个过去一样哈，这个吊销之呢，要有一点
吊销多久要有一点限制，要不然你今天给他吊销，他明天又去重考，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在1、2、3，在行政法里面就有这样规范，1、2、3、4、5。所以在第五项的最后哈，最后句点之后，我们要加一下一第二项之吊销，非满两年以上，不得重新考取。做这样，这是第一个哈，然后另外再来，一第四项之吊销，非满一年不得重新考取。我们做这样的，因为有程度的不同，所以我们吊销以两年、一年，或者交通部有其他的意见的话，也可以两年，你们觉得太短了，要三年、五年，我没有意见哈。总之要有程度的差别，要吊销几年？我现在先做两年跟一年，好，那。这个依照行政法都需要这样处理的哈，所以我就做一个补充，那再请交通部来答复，还是要做一个记录，你们还是要上来看是同意我的修正，或者是要知道我的修正要两年一年，要不要再改成三年五年，我没有意见。市长可以吗？上来要留记录，不是只有这样哈。好，你上来。这个要录音的，要录音的，怎么样？因为这个部分是针对教台照的部分并没有处理，业者驾照的部分是一个是满两年，非满两年不得再签领嘛哈、或考领，另外是非满一年不得再签领。那现在驾照的部分吊销的部分，因为这边所签领或考领，那就是已经包括驾照跟牌照。对对对，那我是说，我现在照那个行政法要写嘛，不能只有写或吊销之这样啦，所以我在最那个第几段，第二、三、四、第五项有写清楚。吊销驾照有重考的问题，有没有涉及到通案哦？这个，他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刚刚委员报告的就是说，在修正的那部分是处理到驾驶执照吊销的部分，那现在在第二项跟第四项里面还有这个车辆牌照这一。这个吊销的部分，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刚刚因为委员都是用这个考领嘛，或者是这个考取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是针对驾驶执照的部分，所以这里面文字还要再加一个，就是说不得再请领或这个考领，请领那个部分的话，就针对车辆牌照的部分，就一并把它这个吸纳进来。好，详细文字，我同意哦，我同意啊、哦、哈，这个是你们啊哈，你们在做文字的那个增加，就牌照的部分了哈。是，我想就建议说并或吊销之第二项部分哈，最后或吊销之，然后。非满两年不得再请领或考领，那第四项，然后第四项的部分也是最后或吊销之，非满一年不得再重新考领或请领，再请领或考这就请领，因为就有车辆牌照，第四项部分就有车辆牌照。好，是你的意思是都写在第二项、第四项的后面，吊销之的后面就好哈。是，好，那另外也跟委员会报告，刚才我是给他写在第五项，因为第五项本来就有写了。我们是建议是不是直接在好直接放在哈 ，OK， 没有意见哈。好，那我们就是违反情节轻重，就是原来那个修正的那个，就是我修正的那个哈。违反情节，违反情节轻重。就是一期违反情节轻重，第三项是一期情节轻重。就是是不是统一都一期违反情节轻重？好，可以。好，行政部门可以吗 ？OK， 那就依叶委员修正动议。再修正哈，并以交通部整理的文字通过，这样可以吗？好，好，请议事人宣读增订第78条之一各项提案条文。民进党团提案第78条之一，对于为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得续名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
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并得酌予奖励。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委员陈雪生等26人提案第78条之一，对于违反本法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或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对于前项检举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其罚款金额达一定数额时，得以实收罚款总金额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与检举人。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公路主管机关为前项查证时，对检举人之身份应予保密。第78条之一，民进党交通部建议的条文修正如下：依据民进党党团委员陈雪生等26人提案，第78条之一，对于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得以实收罚款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奖励检举人。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这个交通部建议的，依照交通部的建议哈，依照民进党党团还有委员陈雪生等26人提案，并照交通部建议的文字通过。有没有意见？好，请郑玉鹏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哦。关于这78条之一，虽然是主席跟民进党党团的版本都一样，这也是民进党党团有通过的、哦。但本席对这一条，其实我相当有疑虑啦。我觉得这个时代再去鼓励这种检举达人，我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哦？本来来说，违法的监理就是应该政府要去做，那不然的话，就是有影响到的业者他们会去做。那所以我们去设这种，用奖金的方式来鼓励检举人，我是很担心到这边这个，相对来说，他就是媒体上在讲的，网络上讲检举达人这种人靠这个赚钱，就不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哦。那如果大家去查一下这个新闻哈、哦，你若查 Uber 检举奖金，今天媒体上也有写，他写说他也应该奖金会朝向定在1成左右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照了今天的77条的一些金额的话，它有可能是10000以上250万以下。那如果是大家为了追求这250万，然后一直去做这种检举的事情，那政府相对来说，你的监理就变相对就可以放手。这到底是不是我们要的哦？那是因为那这一条是因为78条之一，它是授权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制哦，所以部长也麻烦我们这边考虑了。你那个检警奖金的制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媒体上说的1/10的方向，有没有上限？那个上限包含单笔上限跟一定时间内的上限，这个都必须要去考虑。不然就有人一直打，然后有人一直检举，那永远都是他，有时候这几个人，就他一个月赚了几百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吗？所以78条之一我接受，但是也拜托你们在奖励办法里面，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方向了？不然你们怎么回答媒体的？你可以请那个司长说明一下吧。好，说请司长还是部长说明也可以啦，没关系，可以看你们这个方案是怎么样。部长，你休息一下吧。太累了。对啊，不然没关系，就是看哪一位可以决定了。跟委员会报告，目前有关这一个今天如果修法通过，后续的这一个所谓民众检举奖金的部分哈，我想刚才委员的一些提醒非常重要，我们后续在这个内部行政研议作业过程当中，我们会纳入考虑了。那目前事实上是还没有有具体的说这个所谓的这个1成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当然因为其他像那个空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卫生管理法，大概也有相类似这种民众检举奖金的一个规定，跟他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到时候也会并来参酌。
但是他的罚则有到今天2500万，是这部分我们都会一并后续会纳入考虑。那当然，刚才委员顾虑说会不会未来就有检举达人？事实上，以目前我们监理机关在这一个稽查的实务上面，因为他透过信用卡，实际上只要被检举过一次，他就已经把他锁卡了。所以事实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也许情况就是检举家族嘛，赶快嘛，我去收证，你去检举。然后最后我做两个月检举达人之后，我就退休了。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而且你们会罚到重的状况，其实是因为连续，是你也不能排除我的检举啊。是，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我靠这个来赚钱了，是对不对？那你们的办法大概多久会修出来？会提出来？也不用送立法院嘛。我想最慢应该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修法总统公布之前，我们应该就要所以应该也是在一个月。应该就要把这个办法要我们自己要内部那你们要怎么样？我讲的状况是不是你们可以接受的状况？检举达人家族，我们来纳入考虑，因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一个研议的内容，所以是不是容许我们等要初步的研议结果，我们再跟委员这边来做。部长，我的建议是这样了，这种漏规其实以前都发生过，也不是说漏规啦，因为检举的确也会造成大家相对的约束啦。可是有些人什么检举垃圾，一个月赚30几万啊，触屏讨被打开通，大家抱怨连连。这个我相信不是我们要的结果。那你现在不检举的话，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是不是说你们的方向原则哈，也可以跟委员会说明一下？对啦，周延一点啦，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靠这个赚钱嘛？当初在处理这一条的时候，交通部说服我是因为你们现在去检举过的人都被锁卡，你们没办法再继续叫车，所以我一直在讲，你就让他不能刷卡就好了，还被锁卡嘞，啊，你熊肝丹呐！但是我本席在这边声明，我没有办法接受选举达人或选举家族靠这个赚钱的结果，好不好？这跟委员报告，我们不会本末倒置了。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不是透过举办公听会方式来广征大家的意见？办公听会，不是我们行政部门来广征意见了。你不要公听会完了之后，大家都希望说应该要多多益善哦。我想我们的一开始讲的，听看大家的意见。对，我们会来好不好？这个是前提啦，好不好？我相信也不会。这个比食品卫生管理法那个检举哦，会来的更多，量会很大哦。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慎重的。没有考虑，没有。所以我们委员讲的也很有道理。我们的目的在于减少违法，是不在于让人赚钱，好不好？是，谢谢委员，谢谢。你不爱讲崩哦。好，郑宝金委员给你30秒。30秒。我用搞法限制。30秒就不要赶下去了。来，这个哈、哦，局长，刚应鹏讲这有道理，来，某位市长嘛来。他都啊，部长才讲朝着1/10或前方向迈进了哈。其实应鹏在讲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咱今麦讲是乌波的代志，伊正讲是讲通案。我是看 Uber 这嘛是要维持1/10啦，因为你无道理啊，你抓无你抓袂到嘛，对唔对？抓不到嘛吼。我想我们任何的方法都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制造新的问题。所以我刚才用地讲诶，彦鹏讲这也有道理，就是说除了 Uber 以外，我们希望不要变成一个检举达人，弄扣接探底，这个不好了吼。那我们不鼓励这样吼。但是 Uber 我们就是要这样对付他，才会有效嘛，对唔对？对。主席话我们要执行理由，执行别人、啊。包文，我想我们会参酌跟参照今天委员所提供的这些意见了。保定的公布草十分之前，你得给保定打脸呢，安比赛呢。好，来，完了，我今晚来讲好了，回去要做稳一点了哈。就说来 Uber 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定啊，其他部分呢，我当然在公司考虑到不要变成检举达人啊，是，好不好？好，我们来努力，我们来努力，我们整体考量。不讲了吧。还讲？不能讲了。请议事人员宣读文字内容。讲一下可以吗？不行。第78条之1修正如下：对于未依本法申请核准而经营汽车运输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之行为，民众得叙明事实、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机关检举。公路主管机关除应对检举人之身份资料保密外，经查证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得以实收罚款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检举奖金，奖励检举人。前项检举及奖励办法由中央公路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还有行政部门有没有异议？好，没有意见通过哈。委员陈淑月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的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并案审查公路法第77条及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四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陈雪生补充说明。以上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休息，礼拜四上午9时继续开战。开战，开饭，开战，开会，开战啊！谢谢谢谢。那修牌，开饭。吃饱了啊！拍电影，人家哎，我不会讲，播下人家讲话的权利。专注两个，那个红铁送回来，在野党里的护航热呢，那个是政治，对对，专制。他那个成本一块的，都没有。啊，对，他那个是他那个。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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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